目前以及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由腾讯电竞与英雄体育 VSPN 联合主办的 2020 P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总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大虾。Hello， 大家好，我是解说房华。 2020 P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官方赛事用机 OPPO A42 5G 超级玩家，无需涉线， 65瓦 超级闪充加 40瓦 无线闪充，有线无线都很 S 电竞屏刷新王牌实力。在此特别感谢西安市举江新区管委会给予赛事的各类支持，智能续航都爆表的智能汽车头号实力派 威马 EX5Z 智能随你心，开到想不到。欢迎大家在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PL 官方合作。 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快手、腾讯视频，君的最佳候选，谁会成为 PL 最强鲜奶特总兵，快来参与游戏内赛事竞猜活动吧！登录游戏活动中心或前往和平营地赛事版区，选择你最想鲜奶的战队选手，赢得丰富竞猜奖品。在这里要和大家说明一下，本次直播的所有选手、嘉宾及工作人员均严格按照防疫要求进行了体温检测和消毒。所有俱乐部基地以及比赛场馆也进行了整体的消毒和通风处理，确保我们的比赛能够安全有序的进行。 是的，从九月份到十月份，我们S3赛季啊第五周的征程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天。经过今天的五局比赛之后，将迎来我们新一个总冠军的诞生。没错没错，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今年啊PL的最后一届准备结束了。看一下到此为止的最后的积分榜。 目前在积分总榜单上，我们看到从第六名开始，分别是 STE 一起浪 ACT TMG NYXQF 天霸晴九 TC JDE 以及 DKG。其实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可以说除前两名以外的战队，他们的积分咬的是非常死的。比如说从第六名到第九名，仅仅是一个九分的差距而已。相当于是第六名到第九名呢，这边是划开了一个阶段啊。我们再来看到第一页的积分情况，分别是 4M ELG RND 铜家宝和 HFOX。 在 4M 跟 ELG 他们独一档的高分领先之下呢，确实从 RNG 铜家宝 AG Fox 呢，他们都是在一个大致130、120的一个档位，也可以说在我们现在的一个积分榜上，此次总决赛最后一天可以说是悬念最小的一天，也可以说是悬念最大的一天。是相比起上一个赛季来讲呢，我们可以知道在上一个赛季的最终的决赛，我们也看到有5、6支队伍其实都还有机会对这个冠军呢发起一个冲击。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积分之后啊 ，4M 和 ELG 确实已经是和第三名之后队伍拉开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如果说今天在上半场的两把沙漠地图，中部的这些队伍呢，没有说把自己的分差跟 FM 和 ELG 缩小，那么咱们的最终的悬念可能就是 FM 和 ELG 的冠亚军之争，以及这个第三名的归属到底是哪支队伍？是的，那么对于 4M 来说，他们一定有着一股志气，要捍卫现在的第一的名额。他们的决赛圈有着一位强悍的选手，让我们问到小小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前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游。在我们的赛前采访环节，邀请到的是 4M 的小小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4M 小小健，欢迎小小健啊。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一些故事，在最后一局 4M 也是成功的吃下一局，特别是你和 AJ Fox 的帅狗，应该是在洋房的东北侧的一个山坡上，那一波 1v1 的一个 battle 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当时你还没有掩体啊，你是怎么做出这些反应的呢？ 当时想的就是我用自身的投掷物，然后找一些破绽出来，看能不能把对方的位置找到。当他漏枪那一瞬间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赢了。哦，先做出引诱，再找准 timing 点是非常重要，不愧是我们这个赛季梅花桩淘汰数量最多的男人啊。那当然，我们现在的积分呢是在总积分榜排名第一的一个位置。其实从第二天到第三天，我们的与第二名的分差从49分变到了17分。 这样一个分差的变化会不会对你们的心态有所影响呢？除了我们的分差领先很大的话，能睡好觉。像这种小分差，对我们每个赛季我们比赛来说，这种情况都是非常紧张的，然后心态可能也会非常的慌乱，然后平常晚上一般都是睡不着觉，除了像素。除了像素，像素的作息一如既往的很好，是吗？那当然，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比赛日了，打好今天的比赛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那我们把今天最重要的环节留到稍后的总决赛的比赛当中，所以我们的采访就更加简化一些。大家都知道 4M 呢是从不说加油，我们就说4M冲冲冲，粉丝永相随。祝我们今天能够取得一个精彩的成绩吧。 好，谢谢。好啊，那再次感谢小小健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我们就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
可以看到在我们双雄之一的 4M 战队，其中这位在整个梅花庄里面最具统治力的男人小小剑来到了我们今日的赛前啊，他也通过他的言语中说到了他是紧张的，他也能感受到现在一股巨大的压力正在向他袭来。嗯，可能对于小小剑来说这个表情呢应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严阵以待。嗯，那其实我对 4M 他们的一些作息习惯还是有一点点了解的啊。哎，往往到这种比较关键的时候，他们的选手呢其实晚上是最睡，他们的心思呢都想在第二天的一个决赛呢或者说最关键的一天有所发挥，反而会让自己呢绷得会比较紧。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个前提条件啊，其实在2019 S1 4M 呢是拿下了那一届的冠军，但是随之后面的几届联赛呢都是擦肩而过，所以这一届啊在他们已经是触手可及的时候，对他们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他们非常渴望得到这个冠军。现在的 S3 距离2019其实差不多刚好是有一年左右的，再一次站在了极度接近冠军的舞台上，他们面前最大的一个敌人一定就是排在第二的 ELG。 是的，我们这里看到了队伍数据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到啊，从整体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如果加起来其实 ELG 的这个整体数据稍微的会比 4M 要好那么一点点。但为什么现在 4M 在总积分上会比 ELG 高呢？海岛地图数量更多一些。哎，是，这其实就是关系到我们一个统计学的问题了。哎，那其实也就是说对 ELG 来讲，它就是要提升自己在海岛地图的一个下限。对的，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头部的战队榜以及选手榜中产生违和的是 ELG 的北斋，他跟程思雅一样是本赛季的一个 MVP 的重大热门候选。可以说如果北斋能够保持 ELG 现在的一个优异成绩去拿到前二甚至第一的话，那么他如果能够去当选 MVP 的一个数据上应该是更加强有力的。可以看到从数据上来看，两个队伍的这个当家选手呢应该都旗鼓相当的。是的，但我们要知道北斋呢在这个赛季是接过队伍的一个指挥大权。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又是兼具的队内的一个指挥，又是能够拿到如此高昂的输出的情况下，我想应该在本赛季结束之后，很多的选手啊都要去向北斋这个讨教一下了，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你做到又能指挥又能输出。是的，而对于一齐浪来说呢，程 C 啊已经创下了我们 PL 联赛单日淘汰记录的男人，他在本赛季为我们带来过太多惊艳的表现了。当然其实现在对于一齐浪来说，他们排在了125分，其实与第三名 RNG 也仅有11分的一个分差，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再现本赛季第一周周决赛的辉煌的话，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赶上前面的第一梯队。当然是的，这边对于 ELG 来说的话呢，北斋确实在本赛季的中夺指挥里面他是格外耀眼的一个，我觉得其实可以大胆的拿北斋这名选手跟像素去做一个对比，因为他们分别是目前总决赛里面各自队伍里面输出最高的那名选手，而且都是指挥位置。没错，我们现在在现场已经是听到了，在我们幕后的观众席上啊，是传来了阵阵为 4M 加油的欢呼声。我们的身后是一阵狂风怒吼，代表着他们强烈的人气。对于 4M 来说，刚才小小剑也说了，压力也巨大。毕竟听闻啊 ，4M 今天的老板娘可是有可能也要来到现场助阵的。是啊，这其实对于这个选手来讲呢，为什么老板娘会亲自来到现场，其实也是对自己选手自己队伍的一个自信。哎，要看到那最关键的时候，所以打得好了，把最好的成绩带给老板娘，所以我们看一下究竟能不能做到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局比赛。看 PL 联赛直播，听虾滑组合解说，将赛场上的一切细节尽收眼底。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总决赛最后一天的第一局比赛，我是解说大虾，我是解说防华，大家做同时还可以关注线上主场频道。升级后的线上主场不仅为你揭秘战队的队内语音，直击选手精彩操作
更有独家内容大放送。今天三支分别是排行在前三的 4AM、ELG 以及 RNG。好啊，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场的沙漠地图，也是咱们本赛季的第二场啊，这个沙漠地图了。就还有这场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还只能看到一场沙漠了。那先注意一下关键的两支队伍的一个跳点情况，在这一局这样。这个圈型两个队伍呢都在圈内能够找到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容身之所，那这样的话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节奏点啊再往后推一推。对于前两名的队伍 ELG 跟 4AM 来说，第一个圈型还好，但我们看到排到三四以及紧随其后的一起浪 RNG 同家宝啊，他们的位置是在圈型的远端，也能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离的距离较近，反倒是压力前期的节奏会给到他们这里。但其实我们也知道青铜城这个位置是空了啊，对 RNG 来讲呢从北部这一块进去没有什么特别大压力。那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前两局比赛对于这些队伍来说就是看能不能有机会在后三局去发起这个冲击去追赶的时候。是的，一旦前两局没有打好，那这一局的我们今天的悬念应该也就不多了。以及咱们看一下，在我们人为观测的同时，我们最终啊通过数据所计算出来的奖金预测上 4AM 依然是高度领先着 ELG 75.71 比上 23.29， 可以看到现在他所领先着这17分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17分啊。其实从这个胜利的预测来看，确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就单从 4AM 和 ELG 来说，但其实单从最近那个爆发力来讲 ，ELG 是非常有机会的。昨天呢 ，ELG 的一个追分的欲望非常的强烈。对的，以及我们看到在个人奖项的预测上来看呢，如果说整体的一个队伍预测是更加稳定的，个人上面前两个奖项的竞争在这两天是非常的激烈。昨天还能看到王媛媛的身影，而现在呢已经是橙 C 北斋以及加上最佳新秀。那相比之下呢，感觉最佳新秀维森的位置做的是更稳一些了。基本上维森呢。已经是可以拿到这个最佳新秀的荣誉了。后面的这些确实的选手跟他的一个数据比起来差距会比较大一些。对于今天维森来说呢，更多的就是在比赛当中为队伍呢打开更多的贡献值，因为佟家宝目前的一个积分情况在咱们排行榜上也是非常乐观的。对的，佟家宝现在毕竟是排名第四的队伍啊，135仅落后于 RNG 一分。其实刚才方教练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前两局这最后两局沙漠地图，我觉得我们大可以通过两局沙漠地图三四名一直到第九名这些120分左右队伍他们最后能赚到什么样的分数来判断今天前两名到底还有没有这些队伍的可能性。要知道今天呢其实不关系着咱们本赛季的这个冠军的归属，还有咱们接下来这个 PEC 的执教名额。对，所以呢对于中部的队伍来说，这是代表着能够为国争光的机会。对的，从赛场上我们进入到了国际，这是代表我们 PL 代表我们中国电竞有着一个更加广大的荣誉。而从奖金来说呢， PEC 也绝对代表的是更加丰厚的数额。这本局比赛秦九跟 NVXQF 的 King 啊离的距离却看起来是有点太近了。看样子的话 King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Sunflower U 啊，这个搜索的时候是没有背着枪的，所以可能会判断他不知道 Sunflower U 就在附近，而且King 这个载具亭的一个位置待会出来的时候是很容易会被 Sunflower U 给架到。是的，也就是说本局比赛的第一场团战有可能就爆发在近点， King 已经动身了， Sunflower U 却一动都不动。对，这个敌在明我在暗， Sunflower U 很有可能会给 King 一个惊喜，并且我在地图上面看到好像 Sunflower U 已经是把队友给喊过来，不过 King 他把枪给拿出来了，一蹦一跳出来了。 Sunflower U 感受得到了吗？打一个背身没有击，接击到背身、King 反打成功，只剩下一丝血。是的，已经在被对面先打掉半血的情况下立马进到房间，纵身一跃回手一掏，直接将 Sunflower U 整个人淘汰。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淘汰，这对于 NVSQF 来说太重要了，对 King 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可以说对于现在109分的 NVXQF 来说啊，如果说这能是成为他们今天腾飞的一个契机的话，我们不说去争夺冠军，前二名可是 PEC 的重大名额。但这边 DKG 又跟 JDE 在整一个地图的东北侧打起来，因为他们刚才都盘踞在火电厂以及军事基地。 JDE 是没有判断出来，他应该没有想到还有一支队伍啊在火电厂能够收这么久，
理论上来讲，这个航线呢确实是离火电厂很近，但按理来说，如果跳火电厂的队伍啊，应该已经是进入到圈内去拿点了。所以刚才咱们看到 DKG 跟 JDE 在打着信息的同时 4AM 在他们身边悄然的经过了，看一下这边 King 的视角，受到了攻击之后回手，你可以看到，其实当他进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他已经是血量不多了，只剩下三分之一。那 King 我们也是知道，他是半路了，接过了酷酷的一个位置。对的。不管是舆论也好，还是个人的心理上也好，他是承受着很大的一个压力的。是的。所以希望也是通过今天的这第一个淘汰啊，能够让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稍微得到一些释放。在接下来的这些比赛当中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也从刚才他的具体的技术层面上看到啊，用猛男枪这样一个步枪里面威力数一数二、射速数一数二的枪支呢，是第一时间直接用自己的子弹锁定到了 Sunflower You 的头上，精准的爆头击杀。也确实，如果说他换一把枪械的话，或者说他没有选择拿着枪进入到防区，而是选择收着枪走，那可能这一波就没了。这还是一个作为职业选手的一个细节。我想到之前跟房教练一起打 rank 局的时候，房教练总是看到我的视角啊，就在说，大夏你怎么能够不收枪再跑步呢？一定时时刻刻要把枪掏出来。嗯，因为我们一直知道在这个怎么我在跟你游戏的这种事情都要拿出来讲。因为我其实想侧面说的是，为什么你能看到我的视角？因为你被淘汰的比我更早一些。不小心被大家暴露了，也确实难得有一次能够死的比大家早啊，确实让大家印象深刻。但确实在话说回来啊，刚才聊 King 也是聊了很久了，他们现在这个积分情况我们也知道，网上有很多呢对 NVSQF 这个分数的预测，到底要拿多少分呢能够进入到接下来的 PEC 当中，对吧？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今天还是我昨天说的话题，就尽量的不要去算分了。就只要打好自己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他们来说呢，需要做的调整改变太多了，就是不是短短的时间呢能够做出来的，所以现在要把自信给打出来最重要。对的，尤其是对于明来说，他更得把自信打出来，因为他是我们总决赛到目前为止被 K 头、被抢人头数最多的选手。这个人，你说你自己明明击倒了对面的人，你这老被人抢，这自信有可能就要一点点被打下去。或者说明皇呢，他的一个意识来讲，他不喜欢去补他认为有把握能补掉人头。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在本赛季呢 ELG 他的一个正面团其实会优势大很多，就是因为其实有的选手还是习惯了我在把人打掉之后我第一时间把他补掉，在你这个补人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错过了下一波出手的机会。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简单来讲就是不贪，不要去过度贪恋身边的一分两分，以最终团灭一整支队伍占据这个点位为这个最优先级，也是 ELG 能够给我们看起来有这么惊人的团战。就像昨天最后一局他们拿下了19个淘汰一局啊，所以我们才说嘛， ELG 是一个爆发力非常强的队伍。他在第二天呢没有拿到特别高的分数，但第三天也就是昨天是奋勇直追，就是追分的欲望非常强烈。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圈型，其实是一个同心圆，稍微的往东边走了一点点，对于现在积分名列前茅的两支队伍来说还是非常的有优势。是的，两支队伍都在中心，而且 ELG 我们看到站得非常的开，他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是非常多的，只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像要跟小分窗里面的 NYXF 的选手处理好自己临近的一个关系。不过刚才看到 4AM 这边的境地倒是看起来跟 DKG 贴的是有点近了啊。DKG 现在来说呢，他应该是心理压力啊其实没有那么小的队伍啊，所以呢但凡其他队伍呢要是碰上了 DKG 来说， DKG 可是有一股怨气在这个胸口一定要抒发出来。毕竟经过了昨天 DKG 非常遗憾的暂时排在了一个积分榜末位的位置，我们昨天就听到有解说老师说过，这边先看一下 99 跟爱笑的正面遭遇，两波 pick 都在用身法互相躲避，但是对的，对面跳起来直接把你击倒。99倒了，自己帅狗呢也是没有办法扶，现在一虚强顶着这个枪线得往前冲，对方都趴下了，在等一个补给的机会，现在往前赶了之后，对方应该能把补给给打起来。这颗雷看起来弹进来了，炸到一丝，大全赶紧也补上投掷物。能上房顶吗？这个时候上房顶的话稍微的还有一些信息，但是在防区内已经是看不到 TMG 的一个动向了。随着爱笑跟雷仔已经进入到了防区内部， TMG 就是不想给 AGFOX 一队能够登上房顶的时间，那大圈跟一旭一退再退啊，那就算是在混乱的防区里面，我一个二打四的姿态强去跟你硬换也是很这个雷塞到了脚底下，只下一旭又在暴露了自己的一个身位。是的，身上的物资也不容乐观，身边更没有一个供他逃脱的载具。那么 AGFOX 其实现在是排名第五名的队伍，也止步于本局的128分了啊。这
TMG 拿到了 AG Fog 的分数，要知道 TMG 本身跟 AG Fog 的分差就不是很大。对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在追分，一个的分数已经停止了。那其实对于 AG Fog 今天啊这个心态，的影响是很受感，真的是怎么说呢，这一波其实希望他们后面能够好好把持住吧，但也要小心精准的点击，直接将赛上位从这辆大巴上点下来。曼寒可以看到，也是因为 TMG 他们所有人集中在了别墅区域内，佟家宝已经拉开了一个比较良好的阵线，锁定住了他们啊。他们也就是刚才进圈的时候有听到这个地方有枪声了，但也是看到了左边刷屏信息刷得比较快，并且 TMG 呢没有受到太多的一个伤亡情况。佟家宝这一波不跟他选择打的话也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可以看到 TMG 跟 AG Fox 本身都属于南部进圈的队伍，该是一个同心圆啊，所以没有一个极端的强色，也就是说 TMG 消耗掉了一对 AG Fox 之后呢，那佟家宝他们在整一个圈边的选点其实是更加宽裕的啊。佟家宝脸上好像还有个空投，哎，还能的稍微的做一个补给。是的，那也就是说佟家宝毕竟现在排名是第四名，他们比 TMG 更加接近前面的两只大魔王，他们也是因此选择了再稳一稳。嗯，而且他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前两个阶段拿到一分，已经是来到第三名了。嗯啊，就这个分数呢，就是是处在一个慢慢追赶的过程当中。就如果能在前两个阶段拿到比较多的分，其实对于今天上半场来说啊，就是能够拉小这个跟 FM 和 ELG 差距的一个关键的事情。是的，所以我们几乎就是看一下从第三名到第九名有没有两支哪支队伍啊能够在两局之内拿到四十分，那是真的有机会能去追赶到 FM 跟 ELG 这个圈型。预测一边。一偏的话呢，那是不是有可能会看到驻守在圈边的 ELG 跟 4M 之间可能会产生一点点摩擦。嗯，但 ELG 其实他现在已经是踩到了防区啊，并且是把北斋和明皇给叫回来了，这样一来的话就会让出一些位置跟 ASQF。 嗯，但反观啊得注意一下 4M 的一个选择， 4M 现在是留了两个人在防区外，显然他们是想要把整个圈的东北部给卡住，不给 DKG 进圈从自己这个方向进圈的机会。哎，刚才本来就是替 4AM 捏了一把汗，因为他们在前期跟 DKG 的距离已经是相当接近了。看一下 DKG 究竟是选择顺境还是绕行啊？绕行的话可能要接近的是一起浪，我们现在屏幕中间的 RNG 两队。那或者呢，如果选择顺境就将接触 4AM， 我们能从上帝视角上看到应该是选择绕向一起浪一边了。嗯，他能判断出来的第三个阶段给了一个西部的回切，并且呢我们要知道西部这一块的建筑物其实是比东部要多啊，所以从西部这一块进去的话或多或少能够找到一些可以驻扎的防区，风险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低。嗯，就看一下他在进圈的这个路上，假如一起狼跟 RNG 打起来，他有一个劝架的可能，如果对面没有打的话 OK， 我他们再继续往圈里面去探一个点。而 4AM 这边呢，随着圈边的主要敌人 DKG 的远去，那现在他们要重点观察的对象呢是属于他们在南部的秦九。秦九啊，这支队伍其实现在正处于 4AM 和 ELG 两支大魔王队伍的中间，可以说两支大魔王在面前谁都不好惹。嗯，但其实对秦九来说他现在应该是天不怕地不怕。嗯，昨天呢其实也是把自己的自信给打开了，看到这个彭提着车来到坡下，烈酒这个枪是暴露了防区有人，三级头三级甲空投枪 AUG， 可以说 Z9 啊刚刚本就在山谷地图发挥的非常出色，现在手里的装备也是能够给到秦九的进点相当大的压力的。嗯，但其实彭也知道自己是探的深了一点啊，他们在后点的位置也是在圈的，这个阶段呢打起来呢可能不太有利。嗯，那这么看的话其实也是说明了秦九呢在今天呢还是奔着就是有追分的想法来的啊。要知道啊，咱们前十二名每一名的这个奖金啊其实都是非常大的诱惑，所以我们看一下秦九现在十二名跟十三名 TC 平分，所以换句话来讲秦九其实也是我们奖金线的守门员，同样也是意义重大。哎，但确实看下来这个守门员啊很难当，跟后面的分差也太小了。嗯，跟最后一名也就差了不过几分。是的，所以现在他们就选择稳一稳，但刚才从彭他落地的位置上来看还是盘踞在了 ELG 队的旁边，但这边 NYXF 接近了秦九的话呢，他们应该是都选择向东部绕行的途中相遇了。好，令从在最前方一个要打两个，两边有枪线，但是第一时间落地就把右身烟给封起来了，说明他要封左边，他要注意 YZZ 的位置，一个投掷物的互换都躲过去了，这个雷没炸到，但秦九已经进行了三人的汇合，而圈型已经是往南进行了个切角，这个时候看一下 MSQF 该怎么选择，要在这个位置消耗时间吗？ Z9 远处抽到了006，给到了另一个喘息的时间，先挪一下自己的载具啊，挡住自己的左侧位置，再跟彭去进一个近点的会师，令现在其实只要拖住，等到我们看到小地图对
队友再接近，无论是架枪还是过来支援的话，令的行动都会更加自由一些。是 King 应该是在帮令尔架枪，彭这个位置暴露了头啊，差一点点，那秦九是能够把人扶起来。但现在的话，我们看到 MSKF 在这一局的纪律性很明显强了很多，圈出来第一时间没有跟你消耗，而是选择往圈内走。而刚才看到一个重要信息，现在排名第一的 4EM 被 DKG 击倒了小小剑，主动贴上去了。 4EM 选择了主动向圈边的 DKG 施予颜色进行反击。那么我可以看到三三随着他主动的出击是占据了一个不错的高点，抽倒了弱败。哎，但三三这时候也倒了。从这个淘汰来看，虽然说是 4EM 领先，但是目前情况其实 4EM 并不是特别乐观。是的，他们现在倒地的人还比较多，所以现在像素千万不能再倒。嗯，现在的话主要他们的一个左翼身位啊是给 DKG 这边给包裹住了啊，这个其实破点还挺困难的，能不能顺利把人扶起来。还有小小剑先用投掷物牵制一下，可以看到已经扶起了三三，小小剑现在还在地上趴着，要打一个三 v 三了，被补掉没有办法。嗯，剑神率先被淘汰，像素这个位置他把病狂放过去的，还好星河扛住了。是的，左边的人也在往前压，智爱带着八六。是的，病狂代表着 DKG 的右侧枪位被粉碎，他们只需要再关注另外的两人。嗯，不过现在我们看到 DKG 是选择跟着蓝圈慢慢的往圈内进，那也就是说 4M 现在是个受击的状态。不过好就好在地形上 4M 是占据着一定优势的。是的，也就是说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面看看能不能给 DKG 一些压力了，信号值已经挺疼的了。这样看来的话，即便这一波团 4M 如果打赢了，那可能也要盲扎进圈了呀。是的，在圈边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推进了，这其实很影响他们的节奏，这是 ELG 非常希望看到的。对的，而另一边 ELG 好像是也与秦九产生了一个摩擦，正在进行互换。星鹤捏着一颗投掷物，最后就是挚爱，如果能够击倒挚爱 4EM 能迎来他们的进圈机会，没有命中。要开车往前压吗？挚爱的位置被锁定了，那这样的话要速战速决，而且要提前把车给扛住啊，不然这一波打完之后还得回来一个人拿车。星河已经来到了最危险的受击状态，身上的能量药品已经不能等待他了。最终挚爱有一个反打，星河追上去，挚爱一趴再一 pick， 最终是将 DKG 所淘汰。那 4EM 坚掉了 DKG 一队的话，他们现在进的图上遇到了 JD 一队，虽然近点上是将竞争所击倒，但我们可以看到冬瓜跟清油踩在他们的头上的高点啊，这让他们很难受。是一起浪，待会最艰难的就是晨曦面前这个坡的一个空段，而且要把冬瓜先给打掉，但他们先打掉正面的，也就是说现在边走都可以先看右边，冬瓜这个火力是敌不住的。以低打高，这就是程 C，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男人。那现在程 C 啊，直接为自己的队伍确保了一个进圈的路线，而他选择留在后身，继续给 JDE 的冬瓜最大的压力。一电枪，冬瓜，冬瓜这个缩头回去，刚好挡住了致命的伤害。但他们的背面 ELG 赶过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一起浪现在的人员跟血量是一个70-80，只不过 Z9 又被原点的阿灿所击倒。这个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爬的话，应该是很难进来了。一起浪他现在得做一个选择，因为刚刚也知道 JDE 右边给清理干净了，现在往左边去顶，金冕想要顶住反扑的位置，被大人剑给发现，干拉太难受了，没有办法。那这给到一起浪一个信息，就是他们现在很难经过眼前先补分。晨曦四倍镜用的太稳了。是的，有一点点贪了，但是对于 ELG 来说万幸，他们这是在一个反斜坡啊，还能哦，不行，三三也来到他们的侧身，那 ELG 现在是任何一面都要受到另一个战队的打击。是，但现在的话，刚刚也是直到输出的时候被另外一个角度给打了，得先把烟雾弹给扶起来。嗯，还是得保全自己，再想办法对 ELG 造成一些输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排名前二的队伍都被卡在了整个圈的东北角，圈内有着 TC， 有着天霸，身边有着一起浪，对于两队来说，他们现在进圈的难度都是非常的大。那对 ELG 来说，不管他进不进得去，他都要把 FM 给卡在这。珊珊，珊珊这个位置很难出来啊，出来的角度只有几个方向，都能在 ELG 的控制范围。是的，我们现在通过选手面部的特写看到了他们所紧张的心情。明皇已经死死地锁定住了 4EM 的位置，我们能从现在阶段五来判断，留给三三最后去打药品的时间也不多了。是，北斋应该是把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在三三的身上，单挑，这个单挑很重要。双方非常关键的一波对枪，我们可以看到三三现在被迫的需要打起一些药品，眼前是这样蹦蹦，他还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乘坐载具再往圈里面去盲扎一波。嗯，但现在要知道架他的人啊，天霸和 TC 都是有防区的，所以这一波最好的选择还是就把对手给淘汰掉，先补一分，进圈应该不要想了，进不去了。
没了，没有时间再打起药品呢。 4EM 止步于本局比赛的第十名，他们的分数205分。那相对应的 ELG 北斋呢还活着，不知道他能量补给怎么样。没有，双方是先后被信号区给带走，这样的话从排名上来说 4EM 并没有被 ELG 缩小跟自己的一个差距，相差无几的分数。但我们可以看到 4EM 他们在团战里的淘汰分可能要更多一些，反倒是给了现在排名三四五乃至第七名的 STE 一个追分的机会。是龙仔，哎呀，想打完就溜，小智已经到了头顶，但这时候佟家宝的其他人也是赶到，其他人有防区的一个优势。是的，对于佟家宝来说，这个位置把人扶起来展开没有太多掩体，但烟雾弹好在比较足够，还能封一个最后坡上的高点单向烟吧。那我觉得对于佟家宝来说啊，我们从画面的左边看到墨竹还留在长条房里面，可以打一个侧置身位。好，那墨竹这个位置只要拖，你看他拖了两个人，哎，那就达到了正面的三打一。星辰不太好顶，瞬间把星辰血量压成了一丝。是的，曼还应该能够感受到，可以呼叫着队友进行支援，全行也刷到了他们旁边。 RNG 佟家宝赢了人就能获得弱侧，飘到头了。那佟家宝现在可以开车往防区去顶， RNG 也知道防区只有一个人，想要快速的抓掉墨竹，但墨竹这个位置是有队友能够架到身后的。对的，来到一楼，来到一个队友可以用枪线掩护的位置，那现在可以等队友看看有没有烟雾弹，或者用驱车前往近点。维森上车了，墨竹出枪了，但是自己的血量不容乐观，换枪再反打。是这一波团对佟家宝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前面两名都已经被淘汰，并且现在的对手就是在自己身后的 RNG。 火焰一封逼着 RNG 往长条房的另一侧进发，他们的阵线已经逼到了 RNG 的极致近点。现在虽然说刚才看的有些凌乱，哦，一颗雷，其实佟家宝现在不用太着急了，因为信号圈已经刷回来了，得稍微做一个补给，这个时候一定是不能有被淘汰的事情发生。看看他们能不能算不到，现在是一个四打一，只要能够同时接近到 RNG 舒展的脸上，顶着火往前。是的，纵使维森倒地，但是也确实的将 RNG 一队所淘汰。那么等火散尽，就是维森可以被队友扶起来的时机。是佟家宝这一波拿下之后，现在稳固分数非常可以。再看一下另外一端 ，MSKF 在往前进的路上遭遇到了 ACT 的拦截。是的，我有优势啊。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非常平广的地区啊，居米再往前走一步就没有任何的掩体了。我们真的是发现本局比赛的中期爆发的团战实在是太激烈了，也是因为圈形在几个反复同心圆将圈边的密度压到最大之后进行了一个反切，一定是让整一个圈形的东北角打得非常激烈。没错， ACT 在一波输出之后顺利的淘汰掉了 NVSKF， 在这个圈形确实能够进去的队伍实在不多。程 C 原地蹲下跟你应对，击倒了另一大淘汰王王圆圆。啊，那山治想要为队友报仇，在 pick， 队友就在旁边，自己，哎呦，这一波晨曦给的威慑力非常大呀。对的，他在房间内就蹲在这里，可以看到又将释怀所逼退。不愧是本赛季最强大团，晨曦顶着信号圈，并且血量只有一丝的情况下 ，ST 在这几波对枪当中没有放掉晨曦一丝血量，顶着信号圈丝血，能量值不高，平地干拉，原地蹲起，他是在所有最劣势的情况下对 STE 的反打。但好在另外一个输出，一个顶级的突击手王圆圆被扶起来了。对的，看来高手还需要另外一个高手去终结的。也可以看到现在他的小房间是一个死角啊，这个能量再打起来他也必须绕过蓝圈再往圈里面迈进，可以看到已经没有给他很多的时间了。好就好在不是木地板啊，不然那个位置就要被蔓延了。王圆圆对枪，听到程飞再看一个爆头线。是的，这是王圆圆第二次闪身枪 pick 锁定拍打型，但是最终没有办法，但也可以说是程 C 凭借他的个人实力将 STE 整个队伍拖沓在了圈形的北侧。但确实不得不说拍打型稳住了这一个新人，在最关键的时候拯救了队伍。来看到信号圈给东部的一个刷新，那目前来看好像两边的一个作战正在同步的结束，天霸率先拿下胜利，那就要看一下佟家宝跟 ACT 这一波团。佟家宝打得非常的凶，他们主动向 ACT 在圈形东侧迈进，他们知道只要能够清扫 ACT， 那圈形的 50% 的面积将由他们所控制。是佟家宝现在墨竹在架着 ACT 左边拉出来路线啊，这个 ACT 想要出来的话，除非枪杆的爆发瞬间几个飘头还有机会，否则确实太艰难。是的，那现在墨竹可以等一等他们，等一等 ACT 的人主动过来拉到一个干坡没有掩体的阵线，狗子也感受到了原点天霸施以的枪线。好 ACT 非常的聪明，刚刚是把墨竹打
掉这个血量之后马上爆点了，趁着这个时候往前压，但佟家宝的枪线更好，龙仔这个位置侧面已经发现了，可以开枪呀，再扫再魂，只剩个狗子拉一个枪尾直接打，漂亮。龙仔是龙仔在一波透烟当中呢是淘汰了 ACT 拿到了分数，那天霸也是趁着这个时候呢把自己的位置顶到了佟家宝的正前方。我们注意一下，佟家宝是现在排名第三的队伍，看一下本局他们能不能拉近更大的分数，但是小南连穿两个还是龙仔，那现在对于佟家宝来说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他们原点又在面临着天霸两人的压力，看一下近点吧，龙仔能不能完成跟小南的 pick， 现在佟家宝有没有反转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可以看到顾居居啊同时可以架到两边，那顾居居跟小南会爆个点烟雾弹，暴露了自己一个大概方向，只剩下交战一个人了，现在天霸非常有机会，三包一慢寒该怎么出来呢？现在天霸有无数种方法拿下胜利，是的，他们选择了最粗暴的一种，直接对枪淘汰对手，最粗暴最迅速将佟家宝的分数锁定在了162，天霸也吃下了我们总决赛最后一天的第一场机，是对于天霸来说这一击太重要了，这一局已经是拿到了9个淘汰，那他们的一个分数呢也是会往前追赶一部分，要知道在历届的决赛上确实天霸总是发挥呢不太理想，但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这一届的这个决赛其实他们的一个表现已经是打破之前的一个上限了。看到天霸刚才的一个镜头啊，我想到了总决赛第一日里面小南独狼吃鸡的时候，顾居居兴奋地将他抱起来进行庆祝，而可以看到小南又一次的在决赛圈完成了对场面的收割的时候，所有的选手也相同的为他竖起了一个自己的大拇指。是的啊，这一局其实对天霸来说太重要了，尤其是要知道顾居居期待已久的这个胜利和吃鸡，为什么他会兴奋地去抱起了队友，就是因为他对这一个鸡的渴望。是的，当然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积分榜上呢，佟家宝是来到了所有排名的第三位，而且拿到了应该是将近20分的分数啊，一定也是能让他们的排名往前面再接近一下那两支队伍的。现在总体的积分榜从第六名开始是 RNG、STE、AGFOX Black、TMG、天霸、NYXFAT、TC、醒酒、JDE 以及 DKG。是天霸呢，凭借着这一击已经是进入到了可以追赶第三名的一个位置。是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啊 ，RNG 呢也是从自己的第三的位置掉到了第六名。所以我们真的是发现，现在所有除前两名以外的队伍，他们的积分咬得太死了。而佟家宝现在他们居 ELG 有着27分的分差。45分的分差已经是所有队伍里面最接近这两支队伍的一支。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不要再嘲笑佟家宝没有周冠了。虽然没有周冠，但他是率先先进入咱们的总决赛当中，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积分来看，他们距离这个前一名的 ELG 是非常有追赶的希望了，因为今天第一把的手感已经是完全打开了。是的，也可以说佟家宝如果能够再保持我们第一局沙漠地图一样的成绩的话，他可以达到跟 ELG 相同的一个梯队，甚至再表现的冒进一点，可以达到跟 4M 相同的一个梯队。不过这一把之所以 4M 和 ELG 会共同的淘汰那么快，也是因为我们在第一个圈出来就还没出现之前就已经说了，两个队伍跳的点位太近了，所以呢当圈型给到之后，即便没有给到一个西南切，他给的是一个北部的圈型，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队友碰到的概率至少是有50%以上的。对的对的对的，也是可以发现当两支排名最头部的队伍在圈型不相眷顾的时候，他们过度的一个相互消耗相互加强，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去分析到两队的心理，就是都知道我最大的竞争对手就在我的旁边，那就算我这把不能走得更远，我只要将你卡死，你也不会去追上我的分数嘛。对，但最关键是这一局不只是他们离得近，而他们各自对手秦九和 DKG 这两个是目前心理压力和包袱最小的，是对吧？当这两支队伍呢看到积分一二名出现在自己的这个脸上，你觉得能够轻易的放过吗？对吧，我只要把你这个淘汰掉团灭掉，虽然说我的积分呢追赶不上你，但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另外一种程度的一证明。对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好，他开车了，往右边开，开车了，掉了掉了掉了，右边那个开车掉了是吧？对，掉了掉了掉了，我得了，我再看我再看，死钉的，又倒一个，开心的，开心的，右边底坡右边底坡，能干嘛？边点边点，最后一个了，就一个就一个，啊，可以不着急清啊，这慢土豆石头，死不死？这是男子男子男子，那个佟家宝把安迪打完了 ，OK OK OK， 佟家宝死了，小南我跟你，对对对，快点点快点快点，我俩要打一个，别紧，还有，又倒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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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跟我，有的动没？你跟，我跟你，我往右边压了。来来来，跟我。开车了，开车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两。围墙，围墙，剩一个围墙。走吧。我
这边还有 SKE 打靶快。可以看到随着顾居居的一声欢呼啊，本局的 OPPO Ace MVP 也是给到了顾居居本人。顾居居在本局比赛拿到了两个击倒四个淘汰612的伤害，可以说不算一个特别特别饱满的五芒星啊，但也是能够感觉到顾居居他在整个比赛的最后时刻啊，指挥着小南，指挥着他们所有的队伍，收割掉了最终的胜局。并且其实我有时候看过数据的，其实呢，我们一直都是在夸北斋呢，作为这个指挥啊，包括这个数据呢也是队内最好的。其实，在天霸呢，顾居居也是担任这个指挥位，数据也是队内最好的那一个。而且其实对于顾居居这名选手来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天霸啊、之前一直以来的一个输出顶梁柱。领域是没有上场的，那他作为老队员之一，那其实要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场上的所有新人，他也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他要承担的职责也是些更多的。因为我记得之前的那个空投节的时候，其实我跟居居呢是有在一个队伍的，当时虽然说只是一个娱乐赛啊，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居居呢他是一个非常细致入微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他作为一个指挥来讲呢，他会把每个人的分工呢分得非常的明确，思路呢会比较清晰，唯一呢就是作为他的这个地质的队友啊，我就感觉太啰嗦啰嗦真的很啰嗦，但其实这样的一个选手呢，在场上对于很多新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协助的。对，因为很多时候新人他上台他脑袋是有点空白的，就说明同样是作为指挥的这个防教练防华选手可能觉得 OK 这些我都知道，但要是比如说他指挥的大侠，那我会觉得哇这也能帮我布置好，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贴心，特别特别的有帮助啊。是啊，所以对于这个居居来讲呢，可能在队伍就是又当爹又当妈这样的一个角色了、要知道其实他也相当于是半一个教练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对的对的、对吧，因为天霸他们一直以来啊，可以说从这个执教体系上来看，他们选手占据的一个复盘功能也是相当巨大的。也可以看到顾居居在分开了这么多的脑容量给到场上的各个新人的同时，也能拿下我们的决赛一局 OPPO Ace MVP， 属实难能可贵。是但最终回到我们目前的一个总积分情况来说呢，第一名第二名没有产生过多的变化，而且ELG 跟 4AM 也是没有说是屁股灵光弹，他们在一个极端的圈形下，通过互相的卡，通过一些前期的淘汰，也是拿到了一个十分左右的分数啊。主要呢，我们可以看到无比耀眼的一支应该是佟家宝了，160分的分数。是佟家宝的这个追分呢，也是让我们这个悬念又增加了一分。是的，我们都说了，关键的就在上半场。智能随你心，开到想不到，智能续航都爆表的智能汽车头号实力派威马 EX5Z， 要您来看本局比赛的威马汽车伤害量排行榜。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伤害量，非常的接近啊。陈 C 还是那个大腿，熟悉的大腿，那个男人，还是占据着今天这个榜一的位置。那我们也说了，咱们呢除了这个联赛的冠军 PEC 的这个冠亚军的职业名额以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赛季得分王以及这个赛季 MVP。对的，那我们赛季MVP 得分王呢分别有哪些人呢？陈 C 啊，王源源啊，北斋啊，八六都在。但第一局啊出现在榜上的只有陈 C， 可以说陈 C 是又往个人荣誉上更进一步了。确实可以说当现在所有榜单的头部队伍在为着整体的名次和个人团队荣誉向前迈进的时候，陈 C 绝对是在个人荣誉这方面上依然努力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那我们休息片刻，迎来本赛季的最后一局沙漠地图。你别怕，我们是赛事 OB， 我来给你拍个第一视角，快点开始吧。你说你们，你们到底有几个人？
每一个镜头都带你身临其境，如入战场，为每一个精彩瞬间而战。VSPN 全球电竞领跑者，加油，特种兵！想要从容应对，快节奏生活，秒懂你。威满 EX5Z 一体式车家互联，车内语音控制家电，高效生活不焦虑。威满 EX5Z 秒懂你，零焦虑。威满智能汽车头号实力派。欢迎回来，我是解说大虾，我是解说防环。我要特别的点名一下，此次的场间执教环节是对于15支进入决赛的战队而言啊，在我们本今年的辟谣的赛程中最后一局沙漠地图的赛前复盘了。那房教练，你觉得吧，我们今年这么多局沙漠地图以来，以及到了我们 S3 的最后一场了，你觉得给各个队伍给到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我觉得在这个赛季的沙漠地图呢，起码怎么说，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节奏非常的快。是啊，以往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印象比较深刻，基本上到阶段三、阶段四以后，很多队伍呢才会发起自己的第一波战斗。当时呢，其实也是有咱们这个前两个阶段双倍的淘汰分的一个赛制的。对。那么为什么这个爆发的节奏呢可能会提前了呢？就跟每个队伍呢他的一个战术思路的一个改变。就现在，大家虽然说还是认为排名分呢比值会比较大，但都知道真正的一个悬念以及这个分差还是由淘汰分拉开的。对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决赛这几天的沙漠地图啊，基本上从阶段三四一开始一直打到阶段六，那圈里面已经就只剩两三支队伍了。确实我们可以发现整一个淘汰它铺得更开了，并且决赛圈它整体的到来也更加的提前了。是我们来看到佟家宝，他的教练扶摇，也确实我们可以知道上一个赛季佟家宝呢他们是没有进入决赛的，在这一个赛季加入了维森之后，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一个教练呢相对来说我们也是比较陌生的一个情况下，能让佟家宝有这样一个质的飞跃，那也是说明自己的一个质量能力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确实可以说本赛季啊有几支他们整体的表现得到飞跃的队伍，一支是佟家宝，一支是 ELG， 分别是现在在总积分榜上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以及其实咱们在回到前两名的争夺上来说呢，其实 ELG 跟 4AM 我们在赛前就看到过一个数据吧，就是他们在海岛跟沙漠地图出现的一个分差是相当巨大的。那其实也就是说的最后一局沙漠地图了。
航线已经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均匀的航线，从西南角向东北角，给了队伍在最后一局沙漠地图一个比较舒缓的开局啊，非常的友好，对很多队伍来说呢应该是能够顺利的到达自己一个点位。那么相比较而言的话，在这一局啊，一妖精应该是不会改变自己一个跳点的。那 FM 改变之后，也就是说两个队伍啊前期摩擦包括中期遇上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是两个队伍的闯关历险记。我们就将一会儿的赛事上面的战线分成北线和南线一个战场。南线呢是诸多队伍再看到 4AM， 北线呢是可以看到 ELG 怎么从北部往南杀。不过这是咱们建立在一会儿圈型如果给到一个中部圈型的基础上，那如果一旦比如说圈型以 ELG 或者 4AM 为圆心的话呢，则会变成了一只手一只闯。但其实我们也是看了一下这个数据情况，在今天没开始之前呢 4AM 和 ELG 他们的淘汰数是一样的，但是淘汰分呢 ELG 要比 4AM 要高。我们也知道 ELG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打法，那也是因为他们前期的一个中心点的优势会让他们有主动的向周围拉开往外围去找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对，所以即便给到了 ELG 在同心圆这样的一个圈型的时候，其实 ELG 照样的能够去获取更多的淘汰分。而我们现在又佐证了房教练的理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圈型是稍稍偏北部的，那会给到 ELG 一个更好的向圈中心进发的顺位，他们能更早的在圈中心去做好去拦别人路的准备。那 ELG 应该这一把按照他们的习惯就从水厂的方向往 TC 的北部这一块去抢点，那反观就是要注意一下 FM 了啊， FM 应该怎么走，但 FM 节奏本身就是比较慢的。节奏比较慢，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才拿到了载具啊，还在奔往各处的野区，他们应该是准备在南部普罗港周边的南部海岸线上进行一个打野发育。可以看到在我们 S3 总决赛爆头次数最多的是 4AM 的33 34个，你可以发现真的啊，他们队内总是各个选手他们的数据上是百花齐放的。我们说到淘汰数据那是像素，决赛圈梅花桩数据那是小件，但这个射得最准的男人还是33啊。那新鹤呢？新鹤他可以是在我们 S3 赛季里面决赛圈啊一穿四，也可以是决赛圈绝杀老干爹的男人啊，也是其实是队内最重要的那个男人。虽然说平常的会比较低调一些，差点以为是要最重的那个男人啊。那最重的可能虽然说看起来小件不高，但应该这个体积呢算起来应该最重的那一个。以及我们看到一起浪的陈 C 啊，本赛季首个淘汰数破100的男人。可以说在以往的赛季我们关于淘汰总数淘汰数据都是被那个男人所占据了，但程 C 现在也被我们称为那个男人，他真的在本赛季表现在淘汰数值上太亮眼了啊。我们基本上如果说在后面的阶段给到一个进圈的视角的时候，给到程 C 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对象胜率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刚刚在水场的这个方向可以看到陈 C 呢跟 ST 的这几波对枪已经是凸显了他的一个对枪实力，他命中率和对枪胜率真的很高。就咱们得看他打的是谁，这里面还包括我们赛季 MVP 另一大热门王媛媛，在此不是说贬低王媛媛，是真的能够建立在 ST 一大近战强队的基础之上，也是侧面的凸显了程 C 他的一个实力的存在吧。是我之前最早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那会儿一起浪的一个打法呢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陈 C 的，大家呢可能都会去围绕着陈 C 会做一个战术的布局，但青柠来之后呢可能就是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是的，现在才得以让一起浪呢会更加的稳定。现在我们看到的键位图啊，刚才通过顾居居可爱的小手，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五指拳陀。看到他的一个键位情况，右边控制的这个键位确实是非常多啊，五指的一个情况下呢，他没有把蹲呢放在一个放在了这个下车的键位上啊，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这个闪蹲呢，它的一个技巧所在。也是可以说他对这个上车下车的一个车技可能是运用的比较娴熟。其实咱们在昨天的比赛中也可以看到有一个秒上下车的操作啊。NVXQF 继续是在整一个。幸福村周围，现在其实他们周围的队伍是比较空的，可以说他们刚好是作为一个快进圈和慢进圈在本局比赛的分界线，因为早他们一步的 TMG 已经在圈里面进行选点了，而他们呢明显是要打一个偏慢的节奏。以前的 MSQF 在打像这种偏中部的圈型的时候，其实它的节奏是比较快的，正是因为 TMG 呢它拿掉了大矿山的这个位置，所以对 MSQF 来说它的节奏就必须要放慢，或者说就只能换一条路线走。那显然对于他来说呢，目前的 MSQF 还没有离开自己的一个舒适区。
也确实可以看到 TMG 的出现一定是给了 NYXF 在沙漠地图上一些限制的，因为其实从 S1 赛季 TMG 不在的时间上来看，他们在沙漠地图可以说数据是相当的高，受到了一部分影响。而现在对于 ST 来说呢，我们看一下小地图，佟家宝跟 DKG、但这个位置龙仔直接被补掉了，都是来抢点的，但怎么你的人就比我多呢？这对于佟家宝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刚刚才来到无比接近着 ELG 的160分，但是在本局比赛他们离希望最近的时候却在开局也收到了一枚重锤。只能说在这一局选点上佟家宝稍微的选的保守了一点啊，因为他第一个圈型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这个位置了，当我们再次的画面给到他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在自己的这个新山城附近，就没有选择更深入的。比如说你看像 RNG 本身是在一个滨海小镇的位置，来到了阶段一中段的时候他们已经快绕到农场了，对，所以就是选择不同，所以导致跟 DKG 撞上了，那就怨不得别人。就是佟家宝这局在圈边待的有点太久了，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跳点如果能够被一圈所圈中的时候，大部分队伍会选择打一个快节奏，你不像其他队伍一样打快节奏，那 DKG 这样一个变速的队伍就会跟上你的后车来。但确实对于佟家宝来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实用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要知道上赛季呢是没有进入到一个决赛啊，这赛季呢不但进入了而且发挥得非常好，包括 ELG 也是，所以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啊，其实电子竞技这个东西呢咱们不能看一时的因果，对，更多的是要看它在未来的一个趋势。梅花香自苦寒来嘛，可以说佟家宝他们作为一支从 PEN 打上来的队伍，在经历了一整个 S2 赛季他们所不适应所不自信的一个寒冬之后，终于是迎来了我们 S3 赛季他们各自己队伍的绽放。真的啊，从前二晋级 PEC 的名额来说他们已经无比的接近了，现在他们又看到了另一大自己的竞争者。这个位置呢可以再拉一个角度，它有很大的反斜坡，它的角度是星辰捕捉不到的，刚刚已经是损失掉一个队友了，如果说能够从 RNG 身上拿掉两分，这个优势呢我当你可以扳回来。但是 RNG 想着那DKG 打的你跟我星辰有什么关系啊，星辰赶紧封了烟上载具就要去撤退一下。那这也是佟家宝好险他们在受到了 DKG 的阻击之后选择了提速，本来 RNG 可能是要从一波城啊直接往东部绕行超过佟家宝的正位，佟家宝是通过曼寒的一波助手把自己进圈的位置给保住了。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圈型呢是给了一个中部稍微往北偏了一些，整体的一个地形来讲，最后的决赛圈呢大概率它的海拔高度差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佟家宝现在三个人和四个人的这个情况来说呢推进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山地作战啊，一边阵线会拉得比较开，比的是谁能站住山距的高点以及一个侧置位去拉一个广袤的枪线再对你进行打击，那么枪线需要拉得广，对于人数的要求就更大，也就是说其实前期每掉一个人对于后期的节奏影响还是比较巨大的。所以就要看一下了接下来这个圈型该怎么走，因为他目前他所占据这个山头呢他拿到的信息其实不是特别多。对的，而像 TMG 啊也是因为他选择了提速之后呢在圣马丁的周围，那 TZ 跟天霸作为原住民也是把周围的点都占完了。其实对于阶段一一个看似很中心的防区，但其实对周围的信息的把握是比较稀少的。但他这个点位好就好在他离这个圣马丁入口很近啊，要知道这一局圣马丁可是在整个圈的最中心。房教练预言会不会来一个圣马丁的圈型呢？马上阶段好像同心圆会挺多的，稍微的往右下偏了一些，这个圈型呢给到了秦九和 RSQF。 那我们知道在地图外面呢还有一支队伍 4AM， 这个时候应该正在从南部赶来，可以抢到一个比较好的身位， JDE 会把皮卡多这个位置给让给他。他来了他来了，他扛着蓝圈走来了 4AM。 那 Sunflower U 现在的一个重心啊是在帮队友获取圈内的一个信息情况Sunflower U 的点位非常关键了，上一局他是秦九整队走的最早的一个，如果能够现在亡羊补牢的话啊，我可以看到他最后应该是选择上车啊，向自己的队友集合。能明显的感觉到来到今天之后的沙漠地图圈寻出来之后输入队伍的一个转移效率是非常高的，不会像昨天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在一二阶段转移摩擦会比较多，但是在接下来每个圈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先观察再抢点啊。毕竟秦九我觉得他们一队啊在昨天的比赛中打的是已经够风风火火了，但最终的效益呢却没有发现出现一个分数的质变。他们在上赛季的总决赛第三天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打法，创下了一个三击，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高额的单日分数。当他们发现目前的节奏不能以这样的效果作为基础的话呢，他们还是得选择谨慎。但他现在分的还是比较开的，
这样的一个打法呢也是比较刚劲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确实很多队伍就是因为分得太开容易出事，但总有观众去讨论，你说站得开吧，这是一个坏的战术还是一个不适用的战术吗？其实也不对，这分站一定是有必要的，对的，但你什么时候用，你该怎么用，这个就看自己队伍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安排的。对，可以说分站这一战术不是一个亘古不变任何时候都要去遵守的真理，它更像是一种技术，一种工具，你要在合适的时候在我们的比赛里使用它，才能达到正向的，可能反而是要这个作茧自缚。没错没错，这边 RNG现在再往圈的北部一绕呢，圣马丁西北部的山脊上是没有什么人的。他在这一块能拿到的一个信息应该会比较多。RNG，现在已经是来到第六名了，但其实分差呢都不是很远。我们也是注意到右边的排名情况，确实就是童家宝现在在损失掉一个人的时候，他的位置很重要。刚说完，放倒了挚爱，他们在整个圈的西部这。在整个圈的西部这一块挚爱的位置呢是落单的。墨竹说我的路的两个选手在车上，这说明可要观察到童家宝所有人的信息啊，第一时间就你看到，即便这个挚爱呢可能迟迟没有被补掉，他们都还是停在了一个比较谨慎的位置。童家宝想了想这赛季打倒就要上的自己，又想了想眼前排名第三160分的分数，现在还在阶段二最后的时间，曼寒躲过了86的枪线。 OK， 那现在他们已经知道 DKG 两处点位的信息了，对，稍微的做一个补给，得往后撤一下，这个位置 DKG 是有一定优势的。好就在车呢就停在旁边，哎，可以看到最远点的童家宝啊，是占了一个高点位的拉枪线的，看看能不能有效的架住曼寒。这应该是要稍微退一退，躲过对方的投掷物啊，溜了溜了，这个位置不能打，因为信号圈呢已经出来了。看一下这个圈型，我去，这个圈型居然给了这样的一个方向，而且你看到啊，在最中间这一块是完全那个低谷。对的，而且此处低谷上所有能用的点位几乎也被 NYXF 给占完了，那对于最远端的 DKG 和童家宝来说犹如雪上加霜一般。哎，对， MSKF 他应该要做一个抉择，现在是往 Paraboy 的方向去定了，也就是说呢他们会把宝呢压在了东部这一块区域，并且要知道往东部的贴角，那东部这一块的队伍肯定少，就是这个阶段三了，居米跟令为什么在选择平地跑步呢？载具，载具问题，刚刚应该是被 TMG 是修掉了他们的载具啊，那对他们来说需要小心一点了，看一下墓地的防区之内有没有能够再保住车的一个机会啊。 4AM 这边呢又一次选择了快乐扛圈人，他们刚才来到了圈的东边，一露头没有跟任何人的打起来啊，就选择再度向南侧绕行，也就是说他们将会来到晴酒以及 NVXQF 的周围啊，但他的一个绕圈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绕到了整个圈的最最弱车啊，仿佛确实是开了天眼般。要知道，一直以来我们给这个 FM 几个人的一个名号呢，除了三三，他是这个雷达以外，小雷达，其实像素的记信息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这个圈型比较复杂的时候，能够找到进圈的位置。对的，一个战队里面同时拥有两个人形雷达是什么概念？像素叫雷雷，三三叫达达。哎，都非常的能够擅长去捕捉场上的信息啊，跟舒克和贝塔差不多意思啊。哎，那也说明了他们配合的默契啊，在指挥着星河跟小剑，总是能够来到一个更加有优势的位置。确实，他们现在已经在整个圈型的南部防区停车了，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位置。反观呢，另外一边想要绕的童家宝就不一定有那么舒服了啊。要知道 ，AG Fox 和 JDE 呢都已经是卡在了皮卡多的外线，这个阶段再进去。我感觉啊有点悬了，要知道童家宝呢昨天在皮卡多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是给了 ACT 呢
比较大的一个重创，所以佟家宝肯定会默认为他从这个位置进去呢是有优势，因为他昨天打过这样的一个圈。佟家宝就看现在 JDE 跟 AG Fox 究竟会不会直接打起来。我们看到一虚跟帅狗啊，跟冬瓜就是一线之隔，就贴着一个反斜的两侧，而且帅狗可以看到现在他的走位一定是对冬瓜有想法的。哎，冬瓜该怎么选这个位置？背身能驾到，但是两边得先清一边。嗯，到底是打这个一虚还是去找这个帅狗？但我们可以看到帅狗捏了一个投掷物，而另一边 STE 跟 TC 啊， STE 在这两局比赛中他们前期都开战有点早了。嗯，阿灿现在这个位置扶不起来，奈德强行的往前顶着，哎呦，但侧面这是来自原点的一杆枪，把自己的这个血量压得很低啊，得做一个补给。 DKG 也在自己的身下，原有其他枪线，竟有 DKG 在前，那对于 TC 跟 STE 来说都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想要去收掉对方的分数，但是近点 DKG 的存在一定会让他们有所提防。在混枪火将可以看到近点上奈德已经倒了，那他们现在在只剩下原点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能尝到什么甜头啊，或许走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嗯，火将现在你可以看到他的方向还是在断一个 DKG， TC 现在是没有人在看信号区内的，只剩下两个了。 那这一波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个重心啊都放在信号区外了，要拿分了。若败在低点又一次放倒了王媛媛，但是他们的背身能不能听到火将的脚步，看到挚爱了，平地根本没有掩体，直接击倒。但无虚发没有失误，但是补不掉，得注意一下病狂的位置。哎，视野盲区时间差错过，哎，再回头，是的，直接开镜扫，但是被瞬间的反打掉，来自于病狂哥哥用 UZI 一个中距离的淘汰。没错，八六其实也帮补上一点伤害。那 ST 能判断出来这个信息，刚刚 TC 是打掉他们人的，这个 DKG 和 TC 的作战给到 ST 扶人的机会。DKG 刚才真的是在一个极低点位啊，拼着一个纯粹的枪法，现在使他们能够来到与 STE 平行的位置。八六跟病狂已经可以踩在他们的周围了，但是可以看到 ACT 同时压着他们两个，踩着火往前冲，这怎么过去？病狂哥哥一个人化身成了堡垒。是的，八六在后面进行补枪，堡垒踩在前，王媛媛难以登天啊。那现在给到王媛媛的时间不多了，而 ACT 呢其实也卡住了 DKG 一队，叮当已经击倒了挚爱。是 ACT 这个位置他们已经是把圈内信息都给概括了，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进去呢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他们留了三个人在信号区外拿分数。那这样的话 DKG 他头疼了，他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进去，而且 ST 毕竟还有一个人没有清理干净。嗯，刚才看到一波山治的反卡呀。那 DKG 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防区里面其实有前面 TC 战队留下来的一些载具，不过若败跟八六可能是因为提防着 ACT 的存在，他们也不敢第一时间就坐上这辆蹦蹦。而病狂哥哥选择了后身卡住王源，另一边 NV 跟 TMG 啊往前冲，吉米这个位置有队友在帮加枪。哎呦，艾笑走得太深入了，完全进入到了一个三架的包围圈里啊。是 TMG 他是放弃了自己高点的位置往下摸的，因为刚才我们没记错的话这个位置 NYXKF 卡了很久。是的，可以说本局最后圈型是锁定在了 NYXKF 所占据的墓地防区啊。他们比场上的任何人都了解本局比赛中墓地周围的一个信息，你选择打他们属实是有一点点吃亏的选择呀。啊 MSKF 现在这个位置是在圈内的中心点，并且呢当阿杰这个位置给他们清理掉之后，他们的这个教堂的楼顶啊是能够上去的，也就是说呢在最后决赛圈出现之后，他应该是圈内视野最好的一支队伍。视野最好的队伍114分，排名ELG 跟 4AM 真的是一南一北，而三四名的佟家宝跟 STE 现在都是一个残编。那我们纵观整一个积分榜上，这其实又是给 4AM 跟 ELG 一个去扩大自己分数优势的机会。嗯，但先看一下佟家宝吧，他们现在人数不是特别多，两个人在这个情况下 AG Fox 呢并没有着急的往前进，在等一个机会吗？应该在等新的信号阶段刷新。刷新到底往哪里？那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加入佟家宝进去的路线了。佟家宝这一波不能犹豫，直接上车，马上就要进去，选择一个方向，两辆车有机会。对的，圈内有一些小的反坡和厕所，看能不能找到。飞起来慢喊，感受到了一些阻力，但是还能再往前走。最终经过了这里，我们看到旁边啊随着场内的尖叫，是 NYXQF 再一次的防守掉了天霸一队。哎，是刚刚看到佟家宝这个胎被打了，好就好在 ACT 帮了一下忙。哎，就侧面的给了 AG Fox 一些限制的能力。那对于佟家宝来说啊，这一波盲摘还算是比较明智的，终于是逃出升天。而 AG Fox 呢可能也需要接下来疲于应对 ACT 一队了。嗯，现在这个圈往西切之后， AG Fox 那个位置优势还挺大的。嗯，他们跟 ACT 呢能各卡一边。
99 99不会吧，这都佟家宝跑那么远了，根本不想放过一个人，单枪匹马闯进了宝宝的中间。对啊，这是一个锥心似箭，但是有点太着急了。不过这边呢，我们看到佟家宝的选手也暴露在了 ACT 的枪林弹雨之下，最终是在酷酷跟圆心的精准点射之下，直接将佟家宝从中间灭掉了呀。那目前161分，佟家宝很难再去接近 ELG 跟 4EM 的分数了。但这样的话反观说明了什么，要知道淘汰他的是谁，就是排在他后面的 ACT， 并且 ACT 现在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只是有一个下的大的下斜坡，这个下斜坡如果能够越过去，这一把他们能够拉近自己跟佟家宝的一个距离。是的，我们可以预见 ACT 他们在下坡的时候将会面临现在排名第二 ELG 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一旦能过来呢，王媛媛也来到了 ELG 的侧面，而 ELG 现在仅仅是在一个特技车道的这里啊，这一处的掩体是不能防住四面的。但王媛媛这个位置出手了，因为他知道没办法丢投掷物，能再铺个烟雾弹吗？如果王媛这个位置有一个烟雾弹拉近个距离，ELG 的这个方向是处境情况不是很好呀。如果不能在自己最优势的主场创造机会的话，北斋队内的输出点也被打下。现在他们想要保一个，但没保住，瑞九没有进去，明皇这一个位置也是被 ACT 给架住的。太难了，现在对于 ELG 来说是没有任何的道路可以供他们再走了，反倒新的圈型虽然是稍稍往北一些，但对于 4AM 来说呢，他们的选择是更多的。是刚刚画面呢是给到秦九呢，可能刚刚在刷屏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但我是印象非常深刻， YJJ 呢是有一波一穿三，在配合着 Sun Follow You 团灭了一起浪。他们是通过淘汰了一级浪建在了整一个 NVXTF 的东侧呀。那对 4EM 来说呢，如果能等到秦九跟 NVXTF 开战的一刻，可能也是他们去劝架的一个机会。这边 ELG 大将军跟明最后停留在特技车道这里，真的是可以发现如果他们最终选择干拉的话呢， ACT 一定不会放过他们。ACT 的狗子已经在信号区内踩住了位置，所以三个人的枪线三杆枪都架着 ELG， 要知道现在碰不上 4EM， 但 ELG 啊跟 ACT 的分数相比较而言是最接近的。而这边 4EM 最终向圈形的东部靠拢，来到了墓地的防区。我们都知道指挥像素有着一个低王的荣誉，那么低王来到了墓地岂不是要坟头蹦迪一手？但其实对于 4EM 来讲，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好的劝架的机会。对，他刚刚也是看到了秦九呢在往下斜坡进，那对于 FM 来说，这一波可以借秦九之手跟 MSKF 打起来之后来一个第三方的劝架，他们在等待机会。而这边 ELG 明皇想要进圈的欲望也是被 ACT 的酷酷所发现了，太难受了大将军，他一动都不敢再动了。奈何大将军状态再好，但面前的这个平地太过于空旷，再怎么干拉也拉不过去呀。圆心远处被对倒，这是来自于非常遥远的 JDE 啊。那现在可以看到秦九跟 NYXF 最终是压到了脸上，大将军被淘汰了， ELG 的分数止步于191，秦九跟 NYXF 再度打上的话，对 4EM 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极其有利。对于 4EM 来讲，这一波在旁边隔岸观火，秦九跟 NYXF 这波团呢是必不可少的，也不可避免，两个队伍一定要在这一个防区分出一个胜负。但现在来看的话， MSKF 他们选择了收缩在防区，等你秦九主动进攻我，这也是一个战术吧，因为他们背身已经是没有办法拉出了，并且高点这一个位置太过于危险，他们上不了房顶。是的，所以现在当近点的两处战队他们的情况不容乐观的时候，对现在等着劝架的 4EM 来说又是一个机会，像素已经站在房顶想要压制秦九的进攻了。看信号阶段给到了 ACT 这一把是追分的很好的机会了，而 4M 应该现在要先卡一下自己面前的两支队伍，尽可能的多拿一些淘汰分。而场上出现了变化， JDE 又向圈边的东侧靠拢了，这是由于秦九跟 NVXF 相互的僵持啊引发的一个蝴蝶效应，将场上的主战场变在了东边，进房了 Sun Follow You 来到了房屋内侧，打手在他的旁边， NV 选用了一个四架战术。是，但 Sun Follow You 他越过了令儿，所以会可能导致鹏被令儿给先给击倒，他们会认为中间是没人的。来了，看见了，鹏确实
令第一个击倒，但是火焰封住了他的走位，被打倒被击倒了。King 提前枪打出去，琴酒整体状态都不好，一个跳射，是的，放到 Sunflower U。那现在 NYXF 战力的还有三人，经理在做一个补给，跑了被主动拉出去，两波对墙一个发力，再打两个，漂亮，直接将琴酒一队淘汰。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身边 4AM 像素他来了，是一个跨步 King 和 Power Boy 刚才这波配合其实非常不错，而 4AM 已经是想好了，他们就要把他们的阵线搭在信号区边缘，反卡你 NYXF。是的，一边需要看 NYXF， 但是要看到 JDE 也在 4AM 的近点，需要做好一个同时打两边的准备了啊！现在他们看起来是比较安全的，但一旦等 NYXF 补给了以后，还有一个三人的战斗力，其实会给到 4AM 比较大的压力。是，但除非现在 JDE 想不开，要往 4AM 这个地方前进，不然 NYXF 他是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可能只能强行的选择有没有车吧，开个车往里混一下，但中间能带的地方也不多了。把握住了机会，不给你 NYXF 任何的喘机了，配合着原点的 ACT 的帮助之下吧。那现在 4AM 呢，主要将自己的精力放到了 JD 的身上，冬瓜被小小剑所击倒。啊，可以看到 4AM 跟 JD 这一波对决，哎呀 ，ACT 又在旁边。刚刚的 4AM 就是现在的 ACT。现在的 ACT 刚刚的 4AM 场上是一个三足鼎立的趋势，更像这 ACT 啊隔山观虎斗一般。不过现在两个队伍他们只要再往圈的平地去探一个身位的话，都将被 ACT 所架，所以其实在 4AM 的右侧 JDE 的左侧他们行动是相当不便利的。嗯，但现在的话 JDE 他想办法得拉到74的旁边啊，竞争在这个位置倒了是被原点的狗子给放的，而 4AM 现在情况其实也不是很好啊，并且信号圈再给到 ACT 之后，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 ，4AM 和 JD 他们要做的就是比谁活得更久。看一下吧，他们现在最关键的道具呢，就是新鹤旁边的载具，以及还有一些烟雾弹去阻挡一下 ACT 的石头。不过现在看起来啊 ，ACT 主动的贴到了 4AM 的一侧，不过叮当被新鹤放倒，这是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那个男人新鹤所发挥的作用。ACT 选择主动的顶到了反斜坡，这给到了 JD 很大的机会。可以看到 4AM 现在全员已经补给起来了，近点两人原型被珊珊的燃烧瓶给烧倒了。4AM 面对着两队的压力，表现出来强悍的韧性，三三能挺过去吗？被放倒，没有挺过，但是队友应该也是到达了位置。这一波只要小剑能放倒，三三三三的任务就完成了。是的 ，ACT 现在仅剩下一个人，他们的主动让他们付出了代价。4AM 现在成了场上剩余队员最多的一个，能扶起来三三的话，他们还有一个满编啊。是，也看到这一次决赛三三做出了改变，从以往救我救我变到这一次主动牺牲为队友制造机会，这就是他为团队所过出的奉献。现在看一下像素的使命跟星河的使命一样，通过一个反斜卡住 JD 一队，等自己的队友补给起来，像素这个时候将自己的侧身都爆头线露给了对面啊！星鹤被打退了，这个时候得做一个补给，其实抓着这个机会就是往前冲，而小剑再去补星鹤的一个位置，但狗子在旁边的骚扰太过于头疼了。整个侧身全部在狗子的注视之下 ACT 成为了原点三三一枪头立功了，小剑对倒了几次 JD 仅剩一个人，是冲吗还是打，二打一，小剑磨掉了一些血量，三三补上了位置，侧面正面单挑闪身枪一v一就是打等解趴射，但竞争的火力压了很多，出枪了，最终三三顶住了，三三是的，在 4AM 他们相对劣势的沙漠地图收下了本赛季最后一局沙漠地图的鸡，分数来到了240，这是一个绝望的数字，对于 ELG 来说已经足足的领先了他们 4AM 230分，230预示着他们已经完全的接近了咱们信号圈所预测的夺冠分数。在今天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着70的胜率，但我相信通过这一局他们的胜率将会来到一个更加高度，更加一个被后面所有队伍所难以企及的高度。是，上半场结束之后我们一直在说上半场是对于中部队伍来说追分的最好机会，但随着这两局比赛的结束，基本上我们的悬念已经是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了。可以说当第一局 4AM 跟 ELG 各自没有拿下很多分数的时候，佟家宝来到了160分，给到了佟家宝，给到了 ELG 还是有着很大的希望，但这一局真的 4AM 通过自己在决赛圈啊，他们顶着 ACT 顶着 JDE 两队一个强大的韧性，一个强大的发挥，将这个希望亲手的给泯灭掉了一大半。没错，刚刚也是看到了 4AM 选手的表情，小剑跟采访时候的表情已经是改变了另外一个神态，就相对来说现在心情应该好了很多。
我们看一下积分榜吧。第六名跟刚才不变是 RNG， 排在后面的是一起浪 AG Fox Black NYX Square JD E 晴九 TC 以及 D 后面的队伍。他们来说啊，在接下来的三局自己的在接下来我们看到 4AM 顶着他们在沙漠地图的一个劣势，在第二场强悍的吃下了一击，那何尝对于 ELG 来说也不是没有希望的，看一下他们究竟能在接下来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表现。是的， 4M 在沙漠地图呢确实是一改之前的，你可以理解为颓势吧，因为确实在沙漠地图呢没办法拿到太多的分数，我们也一直说他只要把沙漠地图这个分呢能够抓回来他就能够有优势。那可以看到既然 4M 呢把这个沙漠地图分给抓到了，那 ELG 也是有可能在海岛地图有一定的追分的，但现在两个队伍的分差已经是达到了40分了，这一个分差来看其实今天的一个悬念啊基本上我觉得很小了。三局40分，我们放到每局的话大概是13点几分，多一点点。当然了，现在随着 4AM 他们优异的手感优异的状态，实时人气排行榜上也是高居榜一的位置，15.4万，排名第二的也是第二名的 ELG 啊，9.7万，第三名的是清酒的4.6万。嗯，看到接下来的AG Fox TMG 一起浪 RNG ST ST， 嗯，确实今天的 4M 呢配得上自己这个人气最佳值啊，这几天的这个表现，我觉得 4M 呢就是给我们一贯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太过于稳定了，对，稳定的可怕。不管你们其他的队伍爆发力有多强，还是说你们追分能力有多强，但是我就是稳。是的，以及我们看到在目前的个人贡献榜上，我们主播熊七七已经是在我们决赛的个日啊总是能够待在榜一的位置，第二名的是为童家宝应援的画机的 baby， 第三名是为 ELG 应援的蓝星。嗯，包括可以看到后面啊不管是哪一位啊都要感谢大哥们的支持啊，感谢大家对队伍的喜爱，大姐都一样吧，我觉得其实在咱们直播行业当中呢只要礼物刷得够的都是大哥。哎，是的，就都像有大哥一样的风范，确实选手们打得非常的好，应援少不了。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胜利时刻。马路对面有枪线，您把左边清一下好吧。死完了 ，nice， 牛逼 ，nice。马路对面一队黄标，我外面两个，又倒一个，等一下被扫到了，我外面两个很惨。还有一个，左，别扑，别扑，左二别走，别吵，别吵。想想拉右边，开车了，打一个，掉了，补了，哎，还有的，往里下去了，来，不着急，不，我要下来，原点的，还有我脸上冒补枪，我脸上有一个，来了，压下去，我在右边，小心脸上 ，nice， 我在可以待，厕所，最后一个厕所，直过，小点，直接过来，电点，要不要死了，摔上来。等我，别着急，来了，压过来了，我给刀子，可以说我们看到如果最终榜首的位置没有过大的变化，这一定将成为 4AM 奠定胜局的一把。本局的 OPPO Ace MVP 给到了 4AM 的决赛圈之神小小剑。那小小剑刚刚的对决当中，在自己已经进入到了非常极度血量低的情况下，还是为红生哥拿到了一些人数上的优势。对的，也是可以看到33他的成长，智能存储芯开到想不到，智能续航都爆表的智能汽车头号实力派威马 EX5Z， 邀您来看本局比赛的威马汽车伤害量排行榜。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沙漠地图的伤害量分布了，就是特别的平均，大家就是在一个790到733的区间之内。7777，可以看到大家呢，真是现在的一个伤害量是非常接近的，在这一局当中，也是因为本身它这个圈型呢给的就不算是特别的一个极端，就每个队伍呢在各自的位置呢都有所发挥，但也是看到啊，星鹤
啊，星赫虽然说他，我们看到他是排在第五名，但其实他跟第一名的一个伤害量分差很 小，嗯，对吧？所以我们刚刚一直聊到的，FM 的四名选手有三个呢都有一个特殊的头衔，那其实星赫也是，他往往在队内当中呢，可能他干的活呢也是比较脏活累活、哎，比较累的那一种，所以呢你会看到他的一个整体数据呢不是特别的说优异，但在关键的时候呢，星赫也是总是能够为队伍呢打开一些突破口。咱们在线上主场用过这个西游记的比喻啊，去比喻 4AM 的几名选手，比如说给到星赫脏活累活可能是这个沙师弟、嗯、但如果说他们队内的这个孙悟空啊一定是中红三中三赛，让我们来采访到他。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赛中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游，在我们的赛中呢邀请到的是 4AM 的三三，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4AM 三三。啊，欢迎三三啊！在刚刚的第二场沙漠地图当中，我们 4AM 也是成功的吃下一击。其实我们都知道，对比于海岛来说，我们的沙漠的这个场均积分排名啊，可能没有那么的优秀。那这一场的这个胜利，是不是给我们的队伍也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对，因为我们可能之前在沙漠图的拿分没有特别多嘛。嗯。但是这一次在决赛最后一天在沙漠吃鸡。其实对我们是一个世界上很大的鼓舞，然后我们也克服了最大的那一难关，所以说希望越打越顺吧。可以，希望之后的手感会越来越好啊。当然我们在决赛圈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了先去清 ACT 然后去选择进攻 JDE， 当时我们的队内的讨论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当时队友抓到机会了，击倒 ACT 两人，然后我们当时想的是就是先抓住机会嘛，嗯，就是把 ACT 先清了，然后再解决京东、嗯、然后这样的话也顺利的拿下了、嗯、就是当时临场的反应和沟通非常到位，嗯，判断很迅猛啊。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还有最后 S3 赛季的三场海岛地图啊，是我们的这个优势比较大的一张地图了。我们现在和第二名的分差是有39分的一个分差，那么我们会比较偏向于选择说稳住我们的这个分差呢，还是去继续拿分？求稳吧，还是求稳为主。好，那我们也希望 4AM 能够保持现在这种火热的手感，一直坚持到比赛的最后。再次谢谢三三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2019年10月31号起，发现一可疑男子每天都在别墅区里游荡，还经常趴在某单元屋外向内张望。3月29号晚，我们接到一名中国籍男子钟洪森举报，他与好友一行四人返回住处的途中，疑似遭人跟踪。而到了2020年，你又凭空消失了，再也没有露过脸，直到今年4月9号。你又重新出现了，为什么？我们在你向内张望的那栋别墅的外墙和窗沿上采集到了多枚你的指纹。在你跟踪钟洪森的那个夜晚，我们还找到了完整的监控录像。你究竟想怎样？我就是想近距离的看 4AM 的比赛。嗯？我想学习他们的技术，我想站在他们的身边给他们鼓掌。所以今天才把你带到这里来啊。
观众，这里是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4M 的线上主场，我是解说徐涛，我是解说阿梅。在这里，你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 4M 战队风味，足不出户就会学习到职业选手的技术。每一个你想看的内容，我们都竭尽所能，为赛事极致体验而战。VSPN 全球电竞领跑者。He's gonna follow him for a kill if he can. That's gonna be Sword Art just barely living, but they've killed Huanfeng. And it's only three left alive for Suning. They're running away as fast as they can. 3-6-9, if he can find those barrels, we'll find another kill. Gets rid of the slow, but it's now stuck inside the base. A drowsy Lee Sin will stay alive. Carson's gonna be fine. Knight shoves the team away, and it's time to go for the Nexus itself. The inhibitor number two in the mid lane will fall. And a 5v3 for a solid 20 seconds may just signal the end of game two. A 5,000, 6,000. 7,000 gold lead. The turrets are going to fall down inside this Nexus. And when can the defense even begin? They find CC. They look for the target, but you don't want to go for tank bar. They will knock down the turrets and they will go for the Nexus itself. But Angel is not finding any damage. Ben is back on the fountain. And Top Esports know they have done the job. Tied the series 1-1. And we got a series on our hands.现场还有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腾讯电竞与英雄体育 VSPN 联合主办的2020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总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我是本场解说 TJStar 渠道，我是 TJStar 阿梅。2020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官方赛事用机 OPPO A4 5G 超级玩家无需射线，65瓦超级闪充加40瓦无线闪充，有线无线都很 ACE， 90赫兹电竞屏刷新王牌实力，智能续航都爆表的智能汽车头号实力派威马 EX5Z， 智能随你心，开到想不到。欢迎大家在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必要官方合作播出平台企鹅电竞、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快手、腾讯视频、腾讯体育、腾讯微视收看精彩赛事内容。电视观众还可以通过圣剑网络观看我们的比赛。没错，十月来首个电竞潮流文化体验馆，近距离感受电竞大咖沉浸式的感受电竞的魅力。和平精英游戏客户端战队运营功能已经开启了，客户端内点击右下方的小电视按钮，精彩比赛直播同步观看，为您喜爱的战队及选手助威打 call， 领取属于自己的专属勋章，让你在游戏内成为全场的焦点。没错，接下来只剩下三场比赛了，我们这一个赛季所有的比赛只剩下接下来三场了。目前来看的话，从积分榜上的情况，ELG 落后了整整39分。是，但要知道，其实在之前他们也曾经领先过，他们曾经的落后也达到过49分，在最接近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分差缩小到了18分。而刚才海岛之王沙漠称雄了。是，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 4M 和 ELG 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在沙漠地图疯狂拿分，而另外一个连续三天的比赛在海岛地图都吃过鸡。我们说的是 4M， 是 4M 本身擅长海岛地图的他们，现在分数又领先，压力一瞬间全部都来到了 ELG 的身上。现在来看的话 4M 从场间的镜头当中是气势如虹，而 ELG 似乎陷入了稍稍的迷茫。但要知道我们两场之间是有一个大的场歇的，希望他们的教练组成员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亲人朋友也罢，在这个时候包括他们的粉丝能够给到他们应有的支持。是的，但是说回来啊，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局势千万不能压力太大。那究竟鹿死谁手，让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的，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0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三赛季总决赛的比赛现场。本场比赛是由曲特阿梅为您带来的现场解说评述。海岛地图这样的航线，相信最近一直在收看我们总决赛的观众已经非常熟了。是的，那大家在观看精彩比赛的同时，还可以关注线上主场频道。升级后的线上主场不仅为你揭秘战队队内语音、直击选手精彩操作，更有独家内容大放送。今天的三支线上主场战队分别是 4UM、ELG 和 RNG。这么熟悉的航线，我们首要的关注还是争夺冠军的两支战队。是的 ，4UM 跳上城区 ，ELG 跳研究所，这样的方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我们不要忘了另外一位选手或者说一支战队，那就是 ACT。其实在之今天的两场沙漠地图打完之后， ACT 的成绩是他的分数是拿的最多的。那当然了，在决赛的几场海岛地图当中，岛圈刷的比较多，但是这个圈型直接是眷顾到了 4UM， 也让他们目前的优势似乎变得更大了一些。昨天的两场海岛地图全部刷的是军事基地， 4UM 不是游泳徒步登陆，就是在桥上被人家堵路。是今天的第一场海岛地图就这么照顾 4UM， 这难道命运的天平已经倒向了他们？但事实上来看的话，我们纵观北侧的这一大片处女地，对于 DKG 和 ELG 这两支战队来讲的话，他们往北一步就有机会能够夺取非常不错的点位，还要看接下来圈到底是北切还是南切。不过这场比赛的第一波正面交锋好像是即将要发生了。是的，这是来自于圈大概1000米之外的 AG Fox Black 以及 RNG 的争夺。是的，四个人抱团抱得很拢，可以看到他们身上几乎是没什么物资的。要知道虽然说他们同属中部战队，但事实上来讲的话都是有机会能够去争夺或者说冲击第二名，也就是我们整个的 PEC 门票的机会的。AGFOX 封烟想过马路，星辰架枪直接被打倒，这是被把野牛对倒的落地神枪 PP， 野牛撑不起我，但是在进发的道路上大圈倒地了，连喷都用上了吗？九九今天也是带病上阵，昨天的5点钟他还在医院里边打点滴，现在需要他展示的时候，原地等待，开门主动一喷两喷，哦，对方也是喷子，喷子互喷，七七行喷赢了，只剩下了一旭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七七行可以等待一下小智，不知道小智的枪械情况是怎么样的。一旭现在是进行了一个枪械的互换，而七七行等来了小智，小智满血，七七行走在前方，一喷直接定胜负了吗？哦，两喷都空了，再看一下又来了一旭，而七七行这边没有枪械，他把自己唯一的枪械给到了队友，天霸这个时候也来收分了。天霸赶到这个位置，对方血量完全不足，直接带走对方。这样的话天霸战队落地拿到了4分，还没有打完，但是上面的一旭也是强弩之末，子弹应该也不够了，但是你哎，直接往下跳吗？一旭经典伏地走的是如此惨烈啊，我一旭从2楼往下跳，让你们天霸看看谁才是 S3 赛季第一喷子。如果说第一梯队 4UM 和 ELG 是泾渭分明的话，那从第三名往后看来看的话，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至少 RNG 和 AG Fox Black 这场比赛真的是遭了大劫啊！回顾一下刚刚那个小房间爆发的几波喷子的对喷啊，AG Fox 是跳 Y 城的战队，航线从东南角起始，他在那个位置落入了这样的一个境地，这个不奇怪。是，天霸在 M 城想要过来拿分，这也不奇怪。三支战队这不奇怪的打法，却给我们第一场海岛地图带来了一些奇怪的节奏。其实大家都不想落地砸枪走火，只是在拿载具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摩擦。你不走，我也不走，那这个时候真男人只能刚正面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分数啊，不，先看一下我们剑神啊，剑八发的操作。小小剑昨天的 1v1 battle 当中啊，也是为队伍立下了呀哈 S3 赛季抢人头最多的居然是 4M 小小剑，这个小 tips 有点是吧，让剑神的正面能力似乎是没有体现出来。在今天的表演赛的时候咱们不是说过吗，小小剑最近在 1v1 的 battle 那就是从没失误。这个真男人啊，有时候也打背身也打侧面，因为他是小小剑啊，这偶尔打一下正面侧面抢抢人头也没关系。是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样的抢人头呢也是带来一些分数上的转换。你说到了分数啊，我们接下来还剩三场比赛啊，包括这一场。刚刚 RNG 和 AG Fox Black 都是有机会争夺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没错吧？
一上来就放掉一场比赛，嗯，接下来两场我只能说他们的节奏可能会更乱。哦，星辰这边是一把手枪。哦，我们之前还说野牛这么强，原来对方是手枪。你什么意思啊？这边星辰其实啊，一把手枪，属实是有点尴尬。能打掉一区如此多的血量也是非常不容易了，而且刚刚是没法退的啊。RNG，在那个房间两个人是没法走，而高点是又来了这个救援，嗯，想要在这边正面硬刚。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ST， 对于 AG Fox Black 一样，他们99是带病上阵啊，就是因为替补可能磨合的不是特别好，而 ST 今天派上了派大星下了 Fruit，这样的一种操作呢，也是增强一下 ST 这支队伍在正面的一个实力。而 Fruit 呢，其实他作为一个指挥的话，对于 STE 整体的转移以及说一些脏活累活都是由他来贡献的。是的，所以说今天 STE 在为了追分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昨天落地有摩擦的时候，也是做了两手准备，派上派大星这个年轻的小将。虽然说派大星之前啊，他可能有点年轻，经验欠缺，是，但是年轻人嘛，毕竟是反应更快一点。我觉得 STE 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啊，代表了我们很多战队。在有些战队他们在决赛圈临时变阵，是，我说，哎，为什么不派出这种磨合更多的人呢？大家给出来的很多的回答啊，都是说我们已经能够稳定进圈了，现在缺的就是正面，所以还是派出了可能正面更刚的一套阵容。现在来看的话，派大星在队伍当中就当一个工具人。只不过我比较奇怪的是，在这个龙脊山的争夺上，往往都是 ACT 虽然离得比较远，但他们总是第一个能够站到的。这场比赛来看的话 ST 反而是率先站到了龙脊山。是的，这个对于 ST 来说也是一个很久没出现的操作了。事实上龙脊山啊，我们经常感受的就是后来的队伍可能会后来居上，因为 ACT 在最近的比赛当中，龙脊山是站得多，而且西部圈行也刷的有几场，但是呢都没有能够站到最后。没错，明显啊，可以通过他们的几波交战发现，所有的想要进攻的战队啊，对于他们想要拿到的那个点都是有所准备的。是的，所以说今天 ACT 在为了争夺前三强，包括 PC 门票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做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转变的。是的，哎呦，这天霸拿了人家人头，还要去人家的老巢搜索，这真是杀人诛心啊！这天霸拿完了 Y 城之后，从这个地方北渊进圈也没问题啊。接下来看看这个阴阳君怎么刷。回顾一下昨天的第一场海岛地图，这安全区是硬生生的刷到了军事基地。那不会，你这个硬生生就很灵性，不会这场比赛往北边刷吧？我觉得根据运气守恒定律，我们知道之前 Forum 的圈运，特别是在海岛地图，可能不是很好，不是很好，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按照运气守恒定律，也许接下来的几个圈会向着北侧去刷新。其实这个圈啊，甭管往北还是往南刷，各支战队心里面都有数。你像如果刷军事基地，大家都知道西桥是有 NVXQF， 像这个圈啊，在那个田字楼也肯定有 DKG。是的，DKG 在之前的几天的比赛当中，拿田字楼拿的并不是很坚决，并且有 AG Fox Black 从东侧过来和他们抢。是的。佟家宝啊，在昨天的五局比赛打完之后是拿到了50分，排名当日的第二。而且今天我们看到沙漠地图其实打得也不错啊，正面是越来越凶狠了。是的，看一下接下来的圈型如何刷新，因为毕竟是中间一条河分为阴阳，还是真的就是向北刷新了。往北一刷，首先看到正在进发的天霸啊，可以很舒服的去到北边，还记得他们的称号吗？哦，北境之王。这天霸今天已经吃过一记了啊。是的，而 4AM 来讲的话， 4AM 也是刚才在桥头做了很长时间的盘桓。是的，也是为了圈如果难切的时候做好了两手准备。再看看 ELG 这个时候其实有点头大了，因为如果说正面的从这里路过田字楼往北侧进发的话，基本上是人满为患，很难穿越枪林弹雨。这个就像我们说的，心里面是有数的，不敢那么走。而 ACT 他不管啊，对吧，我今天两场比赛打这么好，我还是着急去抢更好的位置。四个人抱团开始往中间行进，这个方向你还真别说啊，没人。 ACT 其实可以在田字楼稍作盘桓， DKG 已经让了嘛，他去追求更好的点位，因为他的顺位确实更高。没错，DKG 啊，选择了北边。哎呀，这个房子那明显没有田字楼好呀。但事实上从区位上来讲的话，更靠近安全区的中心。是的，ST 在这个地方过桥，有没有想到这边会有埋伏？缘妙不可言，佟家宝久久的守候等来了 ST， 在这一栋楼上下车了。但是这个楼上是有维森的， ST 枪还是够刚的，龙仔第一时间被对残了。那这样的话，如果让 ST 全员占据这样的一个楼房的话，楼顶上的维森可能有点慌，非常的慌，因为佟家宝还有一名队员正在游泳。
啊，还在水里泡着呢，这个时候维生这个表演赛打老板啊，现在队员都不敢这个救驾了。是的，我觉得维森来到楼顶上防守，或者哎对，来到队友这一侧，队友至少是能够支援的，全员能够有一个枪线上的协同才是最好的。如果他真的是在楼里边以一敌四的话，属实有点困难。好了，维森确实如你所说啊，已经来到了这个围墙外，但是你要知道，只要他的位置被定位了，肯定会迎来 SD 好几颗火。哎呦，先不说火，虽然雷被削弱了，但喂到嘴里，派大星这一次人员上的调整也是为 STE 带来了正面上的突破。是的，那这样一倒的话，佟家宝防守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了。嗯，从直接的竞争和对话上来看的话 ，STE 我、哦、直接开车冲。哦，看看三个人打这个楼怎么说。哎，那这样的话后点加上的曼寒这个枪线终于能发挥了。王圆圆在旁边扔火，龙仔在二楼也朝下扔着东西。事实上来讲的话，王圆站在这一侧，曼寒根本不能奈他何啊。墨竹刚刚游泳上岸的他现在又是残血，佟家宝还需要再收缩一下。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全员在楼有一名选手在楼里去防守的话，就会落入和刚才维森一样的局面。对，没错，来到曼寒这一侧能够架到的侧面。是的，只不过还是要防一下投掷物啊！派大星，派大星神奇换人，太牛了！三个人头全是派大星的手雷。怎么说？现在只剩下曼寒了。曼寒心想：这个位置你没不能雷到我了吧？哇哇哇！佟家宝其实现在有点头大，因为和 STE 他们两个是直接的竞争关系，前三甲的直接竞争者。先秒一个。往水里跳，但是王圆圆已经来到了身后，不能跳水，跳水这个时候就根本上没有任何的机会了，需要找一个陆地，而且这个时候阶段三马上要刷新。嗯，想要进圈，但是这个位置背身露了出来了。派大星雷是挺多的，但是手里面还拿着一把冲锋枪，这一波操作，这个分数全部来自于派大星。是的，全星又一次的刷新，那这样的话这两支战队的争夺马上也要结束了。而且这个安全区又是那种非常绝望的圈型啊，刚好刷在了关键的位置。没错，你圈这么一刷，站住位置的人他不会走。嗯，是一个拿分的好机会。而对于ELG来讲的话，他果然不会从田字楼这一侧走，久久的观察得来了一个信息，倒不如说直接这样斜线进圈，飘一进圈也是可以的。是的，随着刚刚派大星的人头王圆圆在旁边拿下之后，佟家宝161分，排名第三，全员被淘汰。嗯，如果硬让我选这个赛季最漂亮的一波临时换阵操作，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能选得出来。神奇换人，神奇换人。其实主要的是 ST 他跟佟家宝就是正面的竞争对手。嗯，打掉了你之后拿到那，哎，是八分吧？嗯，对吧？在阶段二的时候拿到的。刚才圈还没缩呢。甭管了吧，反正是把直接脸上的对手给淘汰了。来看一下 NVXQF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和 ELG 不谋而合的一套转移路线。但是 ELG 已经占据了桥头。为什么 ELG 占桥头呢？因为桥头的对面有人架。嗯， ACT 是从远点能够架到这个方向的。NVXQF 啊，看起来应该会接着往东边绕。嗯，现在是阶段三，只要他们药量足够，是允许他们在信号接收区外围多消耗一下的。嗯，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 NVXQF 包括一起浪来讲的话，看上去名次一个八一个十一，但是如果争夺前三的话，在对手犯错的情况之下，自己也是有机会创造奇迹的。是的，不过看起来北京之王天霸是不太想犯错啊，而且他们控的这个面积也太夸张了吧，这就是要打人了。哦，是的，昨天三场海岛地图，嗯，最憋屈的战队那就是天霸了，正面打房间就没有打赢过一次。面对 ELG Z9 和大将军的神奇配合，今天他们真的是有点气哦。天霸战队以防守为先，进攻上还需要再稍作磨练。是的，我们刚刚看到 ELG 是走了 ACT 的那个桥，站住了，也是久久的试探。没错没错，站住了东南边。那 4AM 这个位置肯定以他们的节奏不会贸然的往里进，接下来就看阶段四往哪个方向刷新了。我觉得他们站这样的一个站位也是表现了自己的雄心，想拿分。三三已经和自己的队友相隔一条河了。嗯，就这样广布的枪线突出了两个关键点。哪两个呢？一是自信，嗯，二是野心。如果安全区再往东刷的话，嗯，那就是不走运。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其实在沙漠地图当中呢，他们也并没有在一圈受到眷顾。而且我们经常讲前期在圈不叫圈，后期在圈才是圈。等一下等一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嗯， ACT 站田字楼这么站的211，一个人站在了炮楼，另外一个酷酷站在这么远的厕所，这个厕所如果圈刷到东边， ACT 这个 4AM 必打，而是必推的。他不从这一侧走，往北侧
任何视野信息都没有的一片战争迷雾上来讲的话，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这个安全区代表着我们最后的决赛肯定是山地作战了。是的，山地作战讲究的就是个人实力，讲究的就是队伍的协同。而在山地之上，天霸战队和一起浪是疯狂的蚕食和瓜分了安全区里边的有利地形。不过安全区这样一刷啊，也是让 NVXQF 找到了一个入圈的缝隙。是的，至少他们从这个位置顶过去是一个非常大的斜坡，就算汽车，因为他们没有信息嘛，那这个时候只最好是慢慢的往前推，一点一点探是最好的。如果真的是开车盲扎，很容易直接一家人整整齐齐。没错，而画面的左边我们看到架在田字楼的那几支战队啊，是打得不可开交。4M， 但 4M 胆子就是大呀，他直接就来到了一起浪的脸上。要不要打这个飞机残骸？要不要前面就提前抢下来呢？好，来看一下 TC 战队和 TMG， 这已经是在圈外的争夺了。现在这个炮楼已经没有 TC 的人了，雕哥应该是在投雷的一瞬间被打倒了。但是 TMG 虽然说拿下了这个炮头，从周边的枪线情况来看的话并不乐观，而且这个炮楼突出一个难保载具，雷仔要赶快把健康的载具开走啊，或者说早做其他的打算。同时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 4M 的一名选手是出现了一个倒地的状况，山头打了起来。山头作战刚刚已经说过了，凭借的就是个人的实力。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4M 全员在烟雾弹内，先不说他们能不能打下来，反正这波烟雾弹是消耗了。小小剑又是侧身，真男人，偶尔也打侧面，因为他是小小剑。小小剑这个侧面打完了之后，自己大部队的人应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但是要小心，因为现在 SGE 在这个圈型里边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一起浪和 4M 接战的同时， SGE 其实在揣测这个位置到底打到什么地步了，他们什么时候过来收分。而且 4M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对面是一起浪。一起浪成 C 的山头作战打的是真的好，而且老是出其不意，三三也倒地了。猛男枪首先把三三打倒，不过好在三三就趴在自己队友身旁，看看能不能扶一下。不过 4M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现在虽然说遇到了困难，但是因为99的搜索，烟雾弹肯定是不用担心的。是的，一起浪这边扶起来人之后选择了向飞机残骸后退，收放自如，又是一起浪的拿手好戏。这对于 4M 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得以喘息。4M 全员已经扶了起来，但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们还在山坡之上。这个山坡之上啊，是又不能抬头又不能往下走。SD 但凡往山下打，这 4M 必须得接战，而脚下的 DKG 往山上就看了那么一眼， 4M 也要遭殃。事实上来讲的话， 4M 现在是屁股不轻，让人担心啊，因为 SD 和一起浪马上就打起来了，看好屁股就 OK， 这个时候不要有太多的想法，战场让给他们。来了啊， SD 这边好像要帮一手了吗？一起浪这个残骸里面是有三个人，而程 C 还在外围。派大星刚才立下神功的男人，封一颗烟，释怀，选择在这个残骸啊，如果真的要三打三或者四打四的话，正面真的不太好打，枪线展不开嘛，完全扑不开，而且在对手的手雷投射范围之内。派大星虽然说刚才几颗手雷非常的神奇，但事实上也是消耗了他们的投掷物，现在 4M 也是缩作一团，果然是把战场让了出去，这是明智的选择。阶段五马上要刷新了。这个安全区刷在 4M 的脸上，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啊，但是这个安全区没刷。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先打屁股，然后再向前推进。现在来看的话， ELG 难道要向西侧去进发了吗？得看看 DKG 了。 DKG 86开着车往北边走，这马上就撞到 SDE 了。哎呦，这样的一个载具全员上车，一车三密，哇，枪线很好。 4M 怎么说，兵荒哥哥先扫一个，换四倍镜，烟雾内站着两个。天哪，这样的一车三命 DKG 应该是难以逃脱了。是的，而且北边的 STE 也是马上难顾，他们闻到了分数的味道，现在今天的 STE 非常的渴望。 STE 站着高点呢，像素往前想舔包，他真的是想舔包，他没有烟，他往前舔包的一瞬间， STE 抓到了这个空隙，直接秒掉了他。现在来看的话， 4M 也只剩下了三三一个人，程 C 再一次瓜分 4M 的一个分数。哎，程 C， 你的队友都在飞机残骸，你还在山坡上浪，这程 C 出枪给了 4M 完全置于死地了呀。不愧是一起浪战队的程 C， 不愧是浪百万战队。那个男人现在只要他还站着安全区的西边，任何一支战队都没有办法喘息啊。是的，那这样的话程 C 也看无利可图，因为他再这样打下去的话很有可能被 SGE 给盯上。再看看 ACT，
目前也是第四名的战队，在佟家宝被淘汰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有机会去竞争前三，但是人不多，这个时候 ACT 只有两个人，这个位置必须得打下来。不，现在来看的话 JDE 又龟缩防守了，因为确实后点架枪的清油啊一直在看着圈里，第一时间他们正面做人作战就是两个人。没错，现在两只正面的对手又开始碰到一块了。哦，一瞬之间发生了什么？ NVXQF 被天霸战队给遭中了。那这样的话 NVXQF 这场比赛分数定格在了130分，第11名。而在中部的战队当中，目前第四名的 ACT 还是非常稳固，虽然说只有两人编制。三三，这个独狼开始蹦蹦上坡，哎，还真没被打下，闯过去了。4M 的是扎点，但是这个蹦蹦已经很难往前再继续前行。这个地方是真没有掩体啊！是的，往下一趴，但是还是有头皮会露出来。他又是派大星。派大星这次登场，除了让自己的高光增加了很多之外，也是绝杀了很多队伍啊，也是帮助 AC 这个 STE 争夺了很多和 ACT 拿分的机会了。分数 STE， 但是遇到了金冕，这个位置他蹲了很久了。世怀这边被一起浪的另外一名队员发现了，又是派大星，只剩他一个了，而且安全区就在脸上，站位好像并不是很集中啊。一起浪全员扑上了，嗯。派大星想往回撤，找到了一个车子的问题，绕了一下，孤城想开枪没有机会，派大星已经被一起浪其他的队员发现了。那这样的话 ，STE 全员出局，这场比赛拿到151分，是定格在了第五名。那这样的话 ，ACT 又是得以喘息，不过身后的一起浪还有两人编制，目前的手感正是火热，遇到的正是现在看到好机会的 ELG。ELG 在最近一段时间两拿周冠军，当时给我们的特点。我们给他总结的特点，他就是敢打，特别是在决赛圈，这个或者说阶段六七八的时候敢出圈反打，经常做出这样一个出圈反打的，可以说是有点鲁莽，但是结果上来看也是非常让人赏心悦目的操作。人家就是拿分，人家就是打奖金，不过目前看起来啊，他们确实位置不太好，首先四个人抱作一团，卡在这个安全区的边缘，期待阶段七往脸上刷了。不过目前 4M 现在已经全员被淘汰了，这是 ELG 拿分的一个好机会。没错。只要机会把握住，马上就可以搬进大别墅了。毕竟作为200万战队，两个周冠的拥有者 ，ELG 和我们两兄弟做邻居，属实有点没排面。所以这场比赛是他们拿分的好关键了。ACT 也被淘汰，身后的压力又减轻了一些。一二三四五，前五名只剩 ELG。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啊，一起浪现在剩两人，天霸今天已经勇吃一击，四个人都在，而清酒呢是一个人倒地的情况下，这个烟一封。人一服又是满编的状态。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场上非常重要的一股势力，那就是秦九战队。目前安全区里边阵型展得最开的就是秦九。哎呀，这个山头不管是刷这个极限内切员呢，还是刷同心员，还是那句话，山头的圈啊就得凭个人的实力。是的，而且呢整个的强压力侧还是在南侧，北侧来讲的话一起浪属于残编，而秦九战队人服起来之后呢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地。我们除了冠军的争夺之外啊，也有很多个人的奖项。是的，哎呀，第九这手感还是保持的不错啊，从表演赛一直保持到今天的第三场比赛。哎，但是这一场打完了之后，怎么在南边有乱局了？三支战队要打了，北斋仍旧在脸上还扔雷，他听到了。北斋又一次的使用了 SLR， 这一刻野马附体，看看能不能拿下小南。小南他既不伏地，他又不走，引到了对方小凯。又是第九在自己大哥的身后出枪，帮助了他带走了小凯。只不过这个时候七七出枪终结了第九，但是原点的清油拿下了这一分。这天霸没有任何的可以操作的空间了。被两队夹击，全是继续向着秦九战队去刷新的一二三四四兄弟秦九战队的拿手分战，但是一起浪战队目前在正面作战上也是能够完成一个二 v 二的。那现在对于 ELG 来说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把身边的邻居清掉，只有吃鸡才能保留悬念。打掉了顾居居之后，明华又带一个，这是原点的 JDE。 如果 JDE 被清掉的话，南边对于 ELG 来说就没有任何的威胁了。北斋已经没有五五六子弹了，战至山穷水尽，这个时候急需补充啊。大将军在侧翼带着队伍往前冲，清油就在烟雾内，那等待你的肯定就是投掷物了。
大将军，大将军也是只有20发556了，弹尽粮绝呀、啊！一颗雷，明皇跟他会合了，而竞争的雪也打了起来。这个时候占据圈中心的秦九还不发力吗？秦九一直在扩大自己的防守面积，他们目前的大敌依然是一起浪战队，一起浪那边有所斩获。是的，一起浪已经开。那这样一打的话，秦九他的阵型势必收缩，他一收缩 JD 就找到了机会。 ELG 身边没有盒子给到他们补充，他们只是偶尔放两枪把 JD 赶到秦九这一侧，一个秒蹲清油，这边染了头发就是不一样啊。带头之后还能往前推，秦九人数已经没有优势了，只剩下一个，另外一个倒地。那这样的话不是把南边完全放给了 ELG 吗？而且虽然说不在圈里，但现在来看的话 ELG身上的物资是不足以支撑他们打两波架的，只能打一波，只能打最后的决赛圈。看看我们200万冠军战队 ELG 能不能捡些垃圾。哎，不过这个时候一起浪怎么又在决赛圈开车了？刚才也是孤城的一次突破， ELG 也在开车， ELG 也在开车。明皇用自己的身体探查了一下对方的位置，这个大平台有一些位置可以站的。秦九战队属实有点拖大呀，一个战队卡了两只。哦，又是秦九一传二带走秦九，场上只剩下三支战队。现在来看的话， JD 是知道自己身后有个 ELG 的，毕竟就是 ELG 把他们赶过来的。而一起浪好像想要做坐山观虎斗的那一个，因为他们占据了安全区正中心。北斋从哪里捡来的子弹？250发，打掉一个之后自己被冬瓜穿掉， ELG 只剩三人。第九还有机会吗？看到了，趴下一颗雷，这个位置很准。明皇不敢冲，跟自己队友配合一下，等这颗雷爆炸的时候再判断什么时候向前进攻。北斋不断的给自己的队友提供信息， Z9 这个时候居然被清油队倒了。清油这场比赛的手感啊，确实只能用火爆来形容。这个时候ELG只剩下大将军和明皇了、哦、明皇带到了一个24发子弹，用了10发来收人头。这个时候一起浪还不动吗？机会就在眼前了。顶着你 JD 的子弹夫人动了，身后的一起浪出枪了。一起浪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ELG此时再拉起来一个大将军，身上的子弹也是足够打完最后一波架的，再收掉一个，二打二，不在圈内，还在火中。侧面的格子，这个时候橙子虽然不在，但是格子挑起了大梁。ELG 只剩下大将军了，这把机瞄的 AK 打左不能顾右，这一起浪两人一起上，凭借这一波，一起浪来到了第三位，而 ELG 的排名，他的分数也往上涨了一大截。从这个赛季决赛的第一天开始，一起浪战队占据了头名，但之后似乎一直一蹶不振，最低的时候甚至已经跌到了八九名之外。在这一次他们来到了第三位，第三名的成绩160多分，想要追逐前两名必须在接下来两场比赛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吃鸡。是的，而第二名 ELG 和第一名的差距已经从刚刚的39分缩短到了25分了。不过今天的头两位 4M 和 ELG 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海岛之王沙漠称雄，哎，一个沙漠皇帝海岛差点吃鸡。这么一打下去，悬念真的留到了最后了。是的，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说，我们除了总冠军的悬念之外，还有很多个人的奖项。在常规赛一整个赛季持续发力的程曦，在个人奖项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来看一下截止第三场目前的积分情况，从第六到第十五分别是 ST 天霸 RNG AG Fox Black TMG NVX QF JDE 秦九 TC 和 DKG。目前来看中部的战队到底有多焦灼，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因为一起浪战队目前的分数是160分，和最后一名的差距虽然说已经拉开了，但是中部的这些争夺前三甲也是第三名的这些战队来看的话，还是都有机会的。没错，那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就是两个板块了，是一二名的争夺和第三名的争夺。目前来看的话， ELG 这一次也是缩小了分差，从39分追到了25分。是的，按照这样的追分效率来看的话，好像是能够在最后一局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好把这个悬念拉回来，但问题就是这要取决于 4M 再一次犯错。现在领先的 4M 会给 ELG 这样的机会吗？
回顾一下刚刚那场比赛，这个安全区是眷顾 4AM 的，是，但是第一个阴阳圈往北刷之后 4AM 动的速度比较慢，嗯，这种慢劲啊，安全区刷得远他们动起来是比较熟悉的，是，但是这个安全区刷脸上他们没有想到周边的战队啊，坡上一队坡下一两队，嗯，一个夹击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当然了，那这场比赛总体上来讲一起浪的收放自如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的，回顾一下刚才的精彩瞬间，把翻了一截 FT， 撤了撤了撤了，再救，在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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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不是不是，跟跟跟，打好节奏 ，nice nice， 就抢，回回回回回，得封烟救，不是我没，我没子弹了，我急救包在我脚下，几个，把原点那个打了，前面又打一个，别急别急，我没有药，我先打个绷带，他妈就最多剩俩，急救包在我脚下。打京东的 OK， 我得往坡底走，可能在你那个白车后我丢了个火，你们去把右边京东刷了行吗，右边等一下别急，那就不太急，刷死了刷死了 OK， 那刷死了，右边啥意思，摇起来了，哎，左边摇逼摇逼，左边摇进，打打打打打打，一二技能走了，你跟着右边压，跟着右边压，刷死一个，好一个，在你脸上，我后我这边慢点慢点，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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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OPPOACE MVP 给到了在决赛圈当中适时出手的一起浪的格子挑起大梁，一起浪四名选手每个人都会在关键的时候站出来，嗯，事实上来讲的话，以前我们总是觉得可能一起浪战队只有程 C 一个人在挑大梁，但是以点带面的效果如今已经愈发的明显，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适时的时候担起这个队伍的重担，智能随你心，开到想不到，智能续航都爆表的智能汽车头号实力派威马 EX5Z， 邀您来看本局比赛威马汽车伤害量排行榜。是的，那在这个伤害排行榜上 ，ELG 北寨是828，上一次北寨拿到888伤害的时候，似乎一切冥冥当中自有天意，他最后夺得了周冠军。但是828，我们最后还是要通过结果来推导一下它寓意着什么。是的。嗯，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剩下两场比赛，第一二名只相差25分。嗯，可以说悬念啊，本来两场比赛打完之后，我们已经把这个悬念的头纱接到一半，是，已经看到新娘的嘴脸了。但是这局比赛打完之后，我们不仅把悬念把这个头纱盖上，还蒙了一个麻布袋。这个两场比赛真的是，可以影响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那你觉得最后，或者说各位观众朋友觉得最后这个头帘拉起来会是谁呢？是小小健吗？还是北斋呢？观众朋友在弹幕上打出来。确实啊，这样的一个两场比赛的悬念，这让我想到了 SE 赛季。嗯，对吧？比赛一直打到了最后，才为大家揭晓悬念。其实真正最刺激的还是上个赛季，打到这个阶段，基本上上下分差都是一分。是。不过现在来看的话，ELG 吹响了反攻的号角，但客观上来看还有20多分的差距。没错，这20分的差距啊，看看 ELG。在接下来会给我们拿出怎样的方法来弥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接着给大家带来剩下的两场比赛。将军的气概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永远也不要低估我们的奋斗， 4M 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四个奇迹。
征战天下，终成霸王。听说这里需要一个新的冠军，所以我们来了。今世者，蛰伏于世也。上赛季的遗憾历历在目，这赛季的我们全力以赴。小心一点，疯狂的兔子也是会咬人的。凭心中所向，青春无畏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意志是我们的盔甲，守护童心的堡垒。全新的 TMG 已经破土而生，接下来由我们接管比赛。前两个赛季的成绩只会让我们对胜利更加渴望，鲲鹏万里，直指冠军。我们 STE 不会放过战场上任何一个机会，星星之火也可以肆意燎原。金雕细琢方为器，千锤百炼死成钢。不畏艰险，不惧风暴，我们终会乘风破浪。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停下，我们的目标永远只有冠军。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是解说渠道，我是阿梅。每一次镜头当扫到这样一个奖杯的时候，我都在想，离得最近的人想的会是什么，离得最远的人想的又会是什么。但此时此刻，我相信 4M 和 ELG 的每一位选手脑海里想的都是捧起他的画面，只不过在此时此刻领先的人，我相信他们应该要把这种想法暂时抛诸脑后，打好剩下的两场比赛才最为关键。是的，而现在需要追分的人需要把这种渴望刻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深入自己的骨髓，把这种渴望化为野心，继续去追逐。和 4M 那边备战的画面形成了鲜然的对比，鲜明。大将军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选手了，这个赛季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 ELG 这个赛季都可以称得上成功。而不管大将军最后的职业生涯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目前这个赛季就是大将军的巅峰。没错，佟家宝战队同样也是非常有机会争夺前三的战队，应该是第三名的战队。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们在机港城区的一波正面作战没有能够击溃 STE， 不知道在下一场比赛两支战队正面碰撞的时候会拿出一种怎样的气势来面对对方。而 STE 又到了教练环节，今天的一个换人足可以见一个好的教练有多么的重要，他要深刻的了解每一个选手在场上的作用，要了解每一个选手他能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个时候 Fruit 不在场，也许他们可能在转移和运营思路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在正面作战上，在正面拿分上， STE 派大星已经给我们展现了他应有的作用和实力。如果在未来我们的联赛颁发更多的荣誉体系，有一个教练，有一个奖项颁给教练的话，我相信这个赛季 STE 应该是有机会去冲击的。是的，对于 NXQF 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非常残酷的一点就是电子竞技相比于我们灿烂的生活来讲只有胜负，但事实上现在电子竞技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没错，也不应该只有胜负。是的，好好的享受比赛吧。而且现在也有奇迹发生的可能，至少在前三名的争夺上，包括天霸战队，包括后面 TC 战队， STE 任何一支在场上正在搏杀的选手和战队都不要放弃。是的，相信大家也能够通过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的呐喊声发现了，我们观众也和我们的选手一样正在享受我们这款游戏。ELG
已经全员进入到了备战的状态。选手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不知道正在收看直播的你有没有准备就绪？接下来两场比赛一定是非常的惊险加刺激，而且像刚才落地就有非常激烈冲突发生的情况还会发生。我们不能称之为他们是快乐战队，我们应该能够想到的是他们对于分数的渴望和追求。没错，两场比赛，快乐的战队或者说有自己目标的战队究竟会给我们整个战局造成怎样的影响？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前期打的战队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战队的走向。究竟谁能称王？最后的两场比赛为您带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0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S3赛季总决赛的比赛现场。本场比赛是由阿美巨涛为您带来的现场解说评述。倒数第二场海岛地图了，如果说上一场比赛第一个安全区是眷顾 4AM 的话，那么这个航线的起始端是不是开始眷顾 ELG 了呢？但总体上来讲的话，这样一个不偏不倚的战队，对于每一支战队都是这样一个航线，对于每一支战队都是能够展现出来他们在平时的一些研究的。至少从现在来看的话，从昨天的一些表现上， ELG 对于东部这些防区的研究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嗯，只是说当确信刷到西侧的时候，明显不是他们擅长的一个打法和方向。是的，但是刚刚那番话我说完之后突然又意识到了什么。哦，上场比赛咱们说安全区眷顾 4AM， 但是他们前期就掉了。嗯，这场比赛我们一上来就说眷顾 ELG， 这我让我倒吸一口凉气啊。一点没老师，很多ELG的粉丝请求您闭嘴。但事实上来看呢，我们客观来讲，这样的一个航线属实上不偏不倚，就要看圈形了。反正目前从战队的跳点来说啊，大家看得出来啊，颜色都是抱在一块的，没有什么太疯狂的操作啊，除了 NVXQF 啊，还是这个例行操作。根据 TC 定律，当 TC 出现在军事基地圈的时候，圈毕竟会刷向他们的老家。哦，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定律了。防滑定律是在海岛地图，TC 是这个赛季唯一赢家。观众朋友们请记住 TC 定律，在海岛地图上当 TC 战队选择这里的时候，圈形一定会围绕这里刷。只不过呢，上场比赛差不多的圈形情况之下， 4AM 没有能够把握好，而对于 ELG 来讲的话，在逆境当中求生存，最后也是凭借着自己个人的发挥拿到了非常不错的分数。是的，这个 TC 定律啊，要注意的不是观众朋友们，而是正在赛场上拼杀的其他职业选手。是第一场圈往北边刷了，在阴阳圈的情况下，而在这样的一个圈形，明显可以看到在南部的陆地面积啊，好像是略微的大了那么一丢丢。是的，大部分战队都在圈外，而事实上来讲的话，在圈的正中心位置 4AM 有很多的选择，不管是龙脊山还是说桥头的位置，桥头似乎更香一点，不管圈是往北切还是往南刷，整体上他们都是进退有余，只不过时间点要把握好。上场比赛 4AM 实在是他们的时间点没有把握好，走得有点太晚了。我们经常说啊，战队要吃一堑长一智，发生了一立马要发现然后改正。是，但是这是总决赛，短短的几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他们其实很难在一个大的方向去调整，所以 4AM 这场比赛甭管接下来第二个安全区怎么刷，他们大概率还是会按照以前的节奏啊，慢慢来，先把自己搜满再说。而且要知道在总决赛试错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我们的总奖金池达到了500万，冠军的奖金200万，有可能一哆嗦一分上下就从200万变成100万，从100万变成了几十万。是的，同样我们要关注第三名啊，现在争夺第三名的战队是有点多的。我们第三名在总决赛当中是可以拿到40万的奖金的。是，我们目前看到一起浪 ACT 童家宝包括 ST 包括天霸都是有机会去争夺的。当然后面包括像 AG Fox Black TMG NXQF 虽然说也差距30多分，而且他们要进入到前三需要前面所有战队都犯错，但是呢只要有几率上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存在。其实按照概率上来说，如果所有的战队都常规打，那么打下去之后这样的一个成绩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因为一个赛季大家都是这么打的，不可能在睡完了一觉之后自己突然一下如有神助，但我变得很猛。但我大胆的说 STE 如果按照今天现在派大星一上来这种状态来打的话，他们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的。你看
ST 的派大星就是他们的变数。是的，我们经常说变、啊、在 TC 展现了他们的 TC 定律之后啊，位移的时候立马就被对方发现了。知天意逆天难呐、啊！这个手握两个周亚军的队伍，也是我们奖金池里边百万的俱乐部，在总决赛似乎真的是时运不济。值得注意的是啊 ，TC 已经早就派了一名选手去站到了安全区的正中央啊，也就是他们的老家。是，所以速度是非常的快速啊。包括我们在今天表演赛的时候也提到了 ，TC 整个俱乐部是一支非常成熟的俱乐部，他们对于这个赛季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在最后的两场海岛地图，我们依然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ACT 上场比赛没有能够抢下龙脊山，这一次拿下了。事实上来讲，每一次 ACT 拿下龙脊山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他们的物资实在太匮乏了。就像上场比赛 ELG 打到最后决赛圈里边，虽然说枪线上还可以，但是子弹数量根本不够。好说歹说，上场比赛有一个小南的盒子给到 ELG 补充了一下。是的，你说到了又是一个山头作战的关键点啊。在山头作战很容易出现我们上场比赛的那种僵持的情况，物资匮乏，只要有战队正面碰撞，他们会掏空自己所有，比如说刚刚的 4OM 这烟啊一顿掏，这雷火啊一顿扔，扔完了之后陷入僵持，完了接下来再想转移就只能靠自己的肉身了。而事实上你站高点的一个目的呢，不光是为了有一个好的点位，拿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可能你要依靠自己的子弹去劝掉别人，不要让别人对自己的点位有想法。是的，但是在这种消耗过程当中你是没有二次补给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啊 ACT 在总决赛当中是被人家研究过的，那个龙脊山他是被摸过屁股的。对 ,STE 曾经就推过好几次。那这一次 ACT 还是主动选择龙脊山，应该也是有所准备的。有所准备，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啊，我一个希望或者建议哦，就是龙脊山这个队伍，龙脊山这个队伍，龙脊山这个山头啊，是可以站住两支战队的，大不了咱们让点嘛，没错，对不对？如果说要死守两边的话，实在是压力太大了，而且物资也不足够。如果 SDE 要从南侧去来推的话，可以让南部山路，那两支队伍平分龙脊山的情况，我们之前经常看到 TC 和 LGD 就是这样打的，就站高点啊，最怕的就是安全区一直往你脸上刷，你是想走又不能走，是，这是想舔包呢也没得舔啊，就非常的难受。著名军事专家马谡笑了，站高点我在行啊。来吧，让我们看一下 TC 雕哥究竟如何在沙漠陨落的、在麦田陨落。这雕哥应该是没头啊，一枪，哎，这好像第一颗子弹就直接带走雕哥了，应该说两颗子弹钉头也是有可能的。反正这个枪法上总体来讲也是被开会了很多次，但事实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和他手感有关系。因为如果你是正选队员、首发队员的话，你经常打比赛，你的竞技状态会达到一个高峰。是的。但如果你是偶尔上场的话，两种情况，要不然你像派大星，或者是像七七一样，一上来就非常的猛，包括七次，没错，是吧？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手生了，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找手感，这是一种慢热的队员。这个就和我们每一名选手自己的特质是相关的啊，每个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刚刚画面我们是扫过了一齐浪，一齐浪在上一场比赛，不仅自己拿分，自己追分啊，同时也给 4M 很大的压力。当时真的就是一齐浪三名选手开始往后缩，程C啊是拿着自己的猛男枪就往旁边冲，这个操作其实在程C身上在这个赛季啊我们应该见过很多次了。从第一天比赛他们前两场比赛拿下了优势之后呢，从第三场比赛开始程C就不对了，经常的出现这种情况，但问题就在于他不得不这样去做。因为在可能 A6 不在场的时候，这种脏活累活需要有人去站出来去做。我觉得不能说他是不得已这么做的，这就是他的风格，他的一种胆大，他的一种野望，或者说他的野心。这个真正的明星选手啊，他做什么你都得说是他对的哦，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的操作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数据。不过啊，这也会让很多的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产生一个这个误解哦，哎，我也可以这么打啊，结果一往前冲就被人家带走了啊。这其实就是建立在程C的一个超强的个人实力的基础之上。就很简单，他强他是程C，你菜你是阿梅。好吧，是的，可以这么讲。作为一个一直在吹嘘程C的选手啊，跟他比较说我菜啊，我也毫无怨言啊，没有问题。回到比赛当中，可以看到 ELG 经常啊，在这个赛季当中会拿这个废墟的位置去作为一个观察点。阿梅经常说这个点位呢是又废又虚的一个点位。是，事实上防守上来讲，看 ELG 这几个人的站位啊，容易被逐个击破。但要知道，这只是阶段一，并没有那种太过于莽或者说太过于嚣张的队伍会直冲一个队伍的防区的。
来吧，看一下阶段二这个安全区会刷南还是刷北。刷的同时 RNG 在转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麻烦，继续向北刷新。 ELG 应该要复制上一局比赛的一个道路了，但是在这个点位上这一局不一样了，有人，而且在东侧还有一起浪，虽然一起浪选择了往北侧去进发。这次虽然说是阶段二，但是整个的感觉和上一场比赛是不太一样的。看一下动得很早的战队在北边是 RNG AG FOX，这连续两场非常相同的圈，那些战队肯定是会选择上一场比赛自己失利的点位。你经常讲吃一堑长一智， 4M 现在也开始驱车行动了，但是他们上一次应该是想拿分，这次来看的话 STE 来到这个位置也是稍作盘桓，他们害怕，他们觉得可能会有埋伏，但事实上他们的直接竞争对手佟家宝已经到圈里了。没错，这一次选择的点位不太一样，而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是 DKG，这个安全区刷完之后他们没有迅速移动，上一场比赛他们迅速移动，这个点位让给了 ACTMXGF 经常在这种圈形之下会和 TC 战队碰到集装箱的位置上，但是集装箱的正面操作对于个人实力的要求比山头作战还要大呀。从右上角的小地图可以看到 NXGF 整体上除了 Jimmy 近点顶了一个，其他三个人的枪线是没办法展开的，如果要开车去拉枪线的话，事实上来到河岸边北侧还有 4M 只能从南侧寻求一些突破口，但是南侧啊有人镇守，他们想从北边走。Jimmy 站着这个大厂房，按照他们对于地图的理解，对于周边战队的熟悉程度啊，他们应该知道这是 TC。往南侧走的话，阿灿这个点位真的是要了命了。别说往南啊，你只要离开自己的这个大集装箱，阿灿的火力绝对会覆盖到的。我甚至觉得阿灿这个点位啊，他保证自己的生存就可以了。观察一下信息，已经看到了。如果没有一击毙命的机会，千万不要开枪暴露自己的位置。刘烈金，这是一个一击毙命的机会，但是被 Powerboy 给跑掉了。阿三这一次的暴露，赶快要收回来，不要贪枪。但是这个时候 TC 剩下的两名选手可以乘胜追击啊，对不对？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下对方的探明啊，抓不到。Jimmy 死死的架在了那个大厂房。那 Jimmy 一旦架住的话 NVXQF 会不会选择三人反打阿灿呢？如果两支队伍都是阵型的话，那 Jimmy 就是 NVXQF 的阵眼，而 TC 战队的阵眼呢就是阿灿。没错，两边谁这个关键的点位先倒将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TC 同时出击，火将和奈德一起来抢这个大厂房。 Jimmy 一把维克托，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火将，哇，这个位置火将被 King 打了一个一头包。那这样一打完，阿灿那边的操作空间就变得更大了。是的，虽然说现在 TC 战队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因为居民这个点倒了，整体枪线上 TC 战队是更加立体的。另外一边早早进入到圈中心的两支战队，这又是在山头作战啊。这阶段二就在山头打，这确实压力有点大。而在这样的一个焦灼的战场之上，我们没有看到 4Win也没有看到 ELG， 这两支战队呢还是选择在场上低调做大人，等待对方犯错才去做这个收分的动作。一起浪的程 C 在这个山头没有对枪继续啊，没有打赢。一起浪在这个圈刷之前啊是在最东部的，他们是直扎了这个安全区的中心，他们觉得这个圈啊会像上一场比赛一样的刷新，看看结果会不会正如他们所料。如果继续像上场比赛一样刷新的话，那 4WM 可能又头大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早做动作。哎，这一次不一样了，向着靠西部的位置去刷新了一下。而对于 4WM 来讲的话，他们在观察好了南部的情况之后呢，往北一步都可以，甚至在原地等待都可以。 4WM 现在我大胆猜测一下应该不太会往北，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先汇合。这边看到三三已经和队友选择了一起上车。而对于 ELG 的话，目前整体上的阵型还是比较分散的，但这样的一个分散进圈很有可能啊会遇到各种各样枪线的给侵扰，应该是要找大将军去汇合的。这个圈不好进啊，这是个大斜坡。对，要找大将军去汇合，继续向北来到天霸的那个点位，再进行从北部高速公路往西侧去进发。看看 ELG 的这个走向啊，他们选择了绕开这个大斜坡走这个坡的底端，非常明智啊，我感觉可以再往北一点都行，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毕竟北边没什么人，如果真的是直线进的话，那 ELG 可能也他们如果真的直线进，我觉得他们也来不了，也来不到这个位置，他们也拿不了200万。对，好了，汇合了，来到这个位置就 OK 了。其实他们可以再等待一下，因为圈里边的任何情况他们是不知道的。他这么一汇合啊，把我们刚刚担心的唯一的问题给解决了。进圈之后阶段三
踩到了位置之后再慢慢的来，这就是 ELG 的风格啊。而且大将军呢这边也是，一是探查一下自己屁股有没有人，那其次呢这个点位也可以做一下二次补充。是的，好，现在 4M 选择了在防区汇合。是的，如果说这个安全区一直往防区刷，那对于 4M 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他们可能没什么机会拿分，这个圈除非非常的极限才会把 4M 给刷出去。而且这个位置是一个挺不错的打靶点位，如果踩到反斜坡上，背后有自己的楼顶的队友可以给自己架枪，那与此同时呢踩上反斜坡也是可以得到很多视野上的信息。已经打了、刚刚像素没进楼呢，对，拿了大盘机就开始输出了。在今天比赛开打之前，像素的个人淘汰排在总决赛的联盟第一位，是这个火力确实是猛，是和北斋并列的。这两位指挥真的是这个文能阵前帮助队伍制定规划前方的节奏，这武能正面和敌人钢枪而且丝毫不输。在我们这个赛季的中期啊，我们还怀疑是不是未来这种带枪指挥会成为主流，但是我相信打到现在应该没人会质疑了。大将军这个时候久久的等待，这个位置他没有第一时间和队友汇合，可以信一下 ACT 的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信息收集位，把自己的大部队往前放，因为我们刚刚也是说了嘛，不知道圈内的情况。对，因为 ELG 他明显这三个人站到这里是看不到 ACT 的方向的。没错，那大将军留在后方，一下子就看到了 ACT 前方的队员。你看，明华和北斋立马汇合，开始对后面啊进行一个布防，有研究的。而 ACT 呢，也是受到了大将军的远距离攻击之后呢，不敢去踩正面的防区正面的斜坡。但是有的战队敢打 ，TMG 强行过河 ，DKG 这样的一个站位看起来只有弱败在前方顶住，回头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定位到对方。今天 DKG 也是上了弱败，但是化学反应并没有很快的显现出来。八六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了，击倒上位。这 DKG 不是在田字楼的吗？哇，这个位置 ELG 主动求战，而且大将军没有第一时间给汇合过来，大将军的位置。我们现在画上一个问号，但是目前对于 ELG 来讲，他们很明白，如果不清掉 ACT 的话，他们进圈的道路上将会非常的难受。我们先看一下 ELG 啊，明皇是踩在了烟雾上，要正面打了这一波北站上。应该是会造成一些风险，从大将军的信号值上来看，他应该是在最北端想要从侧面袭击 ACT。 ACT 知道自己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好，马上进行一个收缩，狗子开车向着北站的方向进发了，这个不太好打。 ACT 这边捡到了便宜之后也选择了主动撤离， ELG 一拍脑门啊，想了一下我们的分差也就是二十几分啊，这个时候还是要努力的去拿到一下排名，不能硬上。这一波尝试之后呢，明皇似乎是有点迷路了呀，和自己的队友完全不是同一条进圈的路线。哎，我们只关注 ELG 和 ACT 打架，没有发现这个安全区是又往南极限刷了。对 ，4M 那个防区就在安全区的正中，不是正中央吧，稍微偏一点点，三分之一处。就要知道，刚才这一波架，如果说圈是往东北方向切的 ，ELG 应该是必打的，因为大将军已经差不多拉到位了。但如果说这个圈极限难切的话 ，ELG 还是要做别的打算。但实际上啊，这样的安全区刷完，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波吧。这是安全区东边 AG FAS 和佟家宝的正面作战。曼寒踩了一个火，龙仔定位到两个人，没有第一时间开枪。这个位置也是和阿灿刚才的位置一样，除非一击毙命，要不然就不开枪。打掉一个，帅狗知道位置后，龙仔也不弹枪，等待自己的队友。帅狗是打了前方，顾不了后啊。这协同真没问题啊。是的。这佟家宝正面这一波真是没有任何可以挑刺的地方。大全车启动应该是要撤退的，那个位置确实是一个四战之地。莫竹看到大全的车辆，这个赛局应该是跑不了了吧。哎，还真给他跑了，因为啊周边的枪线特别是来自于北边的 RNG 一直在给着佟家宝压力。要知道这几支正面作战的战队都是竞争对手，竞争对手没错。我们重心可能放在第二名太多了一些啊，我们仔细看一下中部的战队，现在 ACT 是只剩一人，而佟家宝在这个山头拿下了一波正面胜利之后，接下来的手感那绝对是越打越顺。现在佟家宝和一起浪的分数都来到了164分，佟家宝人拉起来之后呢，状态应该也不差，只是啊问题就在于一起浪的区位优势实在是太大了，他们现在骑着这个山坡，不管阴面打我我就转阳面，阳面打我我就转阴面。仔细看一下这个圈啊，
虽然说 4M 现在在防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下一个圈往北边刷的话，那么 4M 就要从这个城区当中那么多人的这个包围之下穿出来。但是安全区往南边刷， ELG 顺利的进城区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那如果刷一个同心圆呢？同心圆的话，那两支战队就是非常公平了。哎，往东边一走的话，其实从区位上来讲的话， ELG 下山的道路更加困难。而对于 4M 来讲的话，虽然说前方是一片坦途，但是如果分散去发育，大家各自为阵的话，只要说能够扛得住南部战队的压力，其实他们还是很有机会的。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点，但正在正中央的一起浪，这是一个小山峰，这个小山峰你站正中央，东南西北都能打，看看他们会不会抱团一波啊，找一个地方突破一下。这个位置啊，就属实得放了，你知道吗？如果说真的要强行守的话，先看看这边 ，ELG 大将军被 YDZ 炸倒了。这个圈一刷的话，我感觉 ELG， 扫就在眼前，明王的拉的是，哇，爆头收掉。是的，那这样的话，秦九战队成为了冠军归属的化世人。现在 ELG 的分数这场比赛定格到了211分，而 4AM 是235分，四人满编，而且一步进圈。这场比赛打完之后，一二名的差距那绝对会拉得更开，但是第三名的争夺还在继续。是的，目前来看的话， ST 第六名152分，距离一起浪战队分数的差距也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ST 这是在两面作战呀，另外一边派大星好像是，哦，这是打的秦九，直接打的秦九，在这个安全区的西北边又要正面角逐了。而释怀看的就是，如果说一会儿一起浪战队想要让点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往北来稍微的进攻一下。 NXQF 来到了秦九战队的身后，那这样的话，秦九战队刚刚打完 ELG， 没有做太多的修整和调整，就要面对两队的加攻。一颗手雷 Para Boy 要出枪打屁股了，秦九很难支撑过这一波了。Power Boy 看了一下烟雾内没人，掏出了他的那把大盘鸡。因为地形的原因，在这一个方向只能有一支战队进圈，带走一个，迅速的叫自己的队员集结。三名 NVXCraft 的选手往前退的过程当中还不在圈内，而 ST 这边天命点在 NVXCraft 这边，方远远站得高，但是挨打挨得痛。三打二，应该是三打三，还在慢慢的往圈内推，令这边血量不足，打爆的时间又会消耗一些探命点。释怀一直在看着南方的一起浪和东方的 RNG， 但此时此刻再来支援的话，哎，好像阵型难以集结啊。释怀，这个释怀千万不能往前走啊，你往前走你的枪线优势就完全没了。没了没了没了，而且身后的 RNG 也过来了，最后的赢家应该就是 RNG， 因为一起浪没有选择放点，周围的各支战队呢都是在互相的制约的过程当中，没有发起对中间战队的强势攻击。是的，安全区已经刷离了这边方向，但是大部分的选手还在信号接收区的外面。看一下这个圈刷到了一起浪的脸上，此时此刻一起浪该作何感想呢？现在来看的话， 4AM 他们第一时间选择进发的道路是往北，但是这边战斗已经结束了，再去劝架其实得到的收益并不会很多。那如果 4AM 原地不动，把自己的枪口朝南，是不是可以捕获一些分数？南边的战队应该是要急速扎圈了，这个时间点在马路上盘桓有点不太理智。 Order 情况难知 啊，只有另一个人了，冲锋的道路上被闪到了， AG Fox Black 在74的枪下被淘汰。听到声音又是没有任何的掩体，令这个时候是真没有办法呀。掩体后等待一下又吃一个闪，而一级浪这边站着这个山脉就是不会合，已经开始布下了口袋阵。孤城一个人是买点，而格子、金冕、程 C 三个人站在阳面，主要的防守点位还是在 4M 以及北侧的 NXQF 和 RNG 这一侧。但要命就要命在程 C 这个方向是看不到 4M 哦，往 4M 那个方向看是有一个大的缓坡，4M 如果一旦到近点，那就是踩在程 C 的头上撒野了。这个其实对于一起浪来说，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汇合一下，找到自己主要面对的敌人。现在来看的话，金冕也选择了让，这个时候收缩一下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就在于呢，和 RNG 的接战要赶在 4M 到位之前解决。没错，但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应该不太可能发生， RNG 和一起浪暂时处于恐怖平衡，这个平衡应该就是由 4M 来打破的。 Older 没有办法，
倒在了 RNG 的枪下。那这样的话 RNG 把屁股一倾就开始突这个山脉了。另外一边佟家宝开始向这个 JDE 的房间开始发起进攻。是的，但是从这一侧可以看到远点的 4M 也能打到佟家宝，又是火。佟家宝的龙仔这个火是灭掉了敌人，同时也是伤害了自己的队友。随着 4M 的到位，一起浪和 RNG 的战斗也随之拉开。小姐姐的近点这个位置拉不了了，三三还在沉迷于打着佟家宝的靶。这场比赛他们可以随意发挥，毕竟后面的压力变小了。三三也倒地了啊， 4M 这波移动信息收集不足啊。是的，小小剑站的那个点位没有发现程 C， 站到了程 C 的正中央被他带走。这一波只能说一起浪埋点埋的实在太好了，这里的丛林静悄悄，但是可以闻到冲天的杀气。阶段六， 4M 踩在圈边正中央位置最好的战队正在 4v4 呢，应该是 4v3 啊。我们看看扶起来之后RNG 三个人顶在前方，舒展架后点，这个防守无懈可击啊。RNG 也是准确的把握到了 4M 前来的点位发起了进攻，但是这个时间点啊， 4M 第一时间的进攻、哦、我们经常讲一圈在圈不在圈，后期在圈才叫圈。这个安全区一刷他们不用动了，就看中间的 RNG， 看你们肆意的宣泄子弹啊，看你们拿下点位吧。但 RNG 骑在这个山头上显然有点不太知道怎么打，南边的战队啊只有 JDE 一个，他们应该是一致对外的，而身边的金冕呀需要他们去强势去清。如果说全部站在阴面来讲的话，那这边 JDE 的枪线就能打到，如果说全员去到金冕这边，很有可能会被这个独狼给清掉一个，因为独狼打人都是连打带补嘛。是的， 4M 现在在圈内位置不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场上四支战队只要选择主动了吗？啊，这个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往前踩了一个斜坡，这只要 4M 在排名上进入到这场比赛的前三名，下一场比赛 ELG 就只有吃鸡才能够逆天改命。我觉得应该是要巨分吃鸡，大分吃鸡都不够。那这么说来，他就只有去对跳 4M 的点位才能够吃鸡了，只有这样落地拿八分。那这样是不是回到了我们上一个赛季的说法？哦，当最后一场比赛即将开打之前，自己的分数离第一名有一定的距离，我去打很可能直接败在你的枪下。嗯，但是我如果把你打掉的话，第一名就是我的了。那得看一起浪这场比赛拿到多少分数，如果一起浪拿到了一个可以去追逐 ELG 的分数， ELG 这样做属实有点风险。我们除去 PEC 的门票权，除去奖金，我们仅仅说荣誉上来讲的话，这样做的风险也太大了。哦，一起浪这边全员淘汰了，那这样的话 ELG 和一起浪的差距是在30分左右。嗯，这个分数是足以支撑 ELG 前期做点事情的呀。但是说够也不够，因为佟家宝和一起浪这两支战队都是看手感的队伍，当他们手感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完成一局爆发，所以说下局的决策要交给 ELG， 而 4M 也要做好准备，因为这场比赛毕竟没有结束，他们到底能够拉开一个怎样的差距也未可知。是的，阶段八马上要刷新， RNG 占据了位置的优势， 4M 身旁就是暴作一团的 JDE， 如果一旦让 4M 摸到了近点，那个房间还不是任由 4M 处置。是的，要看一下阶段八如何刷新，因为 RNG 现在的压力应该是最小的， 4M 和 JDE 因为地形的原因正中央啊。又刷在了正中央，这个正中央又是空无一物，只不过这样一刷的话我感觉 JDE 要遭殃了，因为明显看 RNG 他们所有人大部分的精力会来到阴面，在阳面的话应该只放下了一个人去看住 4M 不要摸上来，而 JDE 所有的人呢都全员归缩在一个防区里边，从地形上来讲这个决赛圈很难打。仔细看了一下 4M 那个小反坡他在圈内吗？星鹤这边已经被爆头收掉了，如果趴下头伸到圈里的话应该是受不到信号接收区的伤害，应该是打倒了啊。还有机会扶。RNG 持续的朝 JDE 的房间抛射投掷物，目前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看起来 RNG 不具备一瞬间来到 JDE 防区脸上的能力，只能通过封烟，但是他们还有烟吗？星河被补掉了，齐齐航一个人防守而且还取得了一些收获。像素这个点位是在圈里在爬，他蹲了，他扔投掷物了，这颗投掷物应该是差一些意思的，毕竟是盲投嘛，完全看不到。又爬一下，这种情况之下完全可以再等一等，因为 RNG 不可能从三三脸上的这个坡直接冲下来，而且烟雾弹应该是也不足够的，
现在如果说 4M 不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或者不扩大和 ELG 的分差，那么 ELG 在下一场比赛就很有可能会发生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操作，因为毕竟这是一二名之差，这是荣誉之差。这场比赛只要不太，说实话有点贪，这是没办法，因为这个安全区已经开始往中间梅花桩的位置去缩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4OM 是只能找一个机会去对枪对倒。而 JD 其实随着这个圈啊收缩，他们要先出头的，先露头的，其次已经吃到了信号接收区的伤害。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 4OM， 虽然说只有一个人，但是他只要稳住了就有机会进入到前二。哇，这样一稳的话，虽然说这一击应该是离 4OM 更远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第二名也是足以能够帮助他们稳住最后冠军的宝座。当然了， RNG 这场比赛吃下鸡以后也有机会能够冲击前三。时间帮助了 4OM， 这场比赛 4OM 拿到了第二名的排名分，第一二名的分差啊又来到了39分，回到了上场比赛。 ELG 此时此刻作何感想呢？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在海岛地图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又是同样的圈型， 4M 这样强大的对手不会给第二次的机会。没错，而且对于 ELG 来讲的话，我比较担心的是他们的心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不断的追分，不断的在身后挣扎，此时此刻到没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这个担心啊可能有些多余了。ELG 是久经沙场的一支战队，已经陪伴了我们2年之多了，所以在最后的一场比赛开打之前啊，我们还是把赛场交给我们的选手们吧。是的，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情况，从第六到第十五名分别是 ACT、LT、天霸、NVXQF、AG Fox Black、TMG、JDE、清酒、TC 和 DKG。总体上来看的话，其实 ACT 包括 STE 他们的分差并没有和第三名拉开太多。当然了，你要指望前面所有的战队都犯错，那真的是太难了。犯什么样的错呢？落地就被打掉，落地找车被打掉。现在来看 RNG 167分，距离童家宝174分和一起浪的173分也是一局有机会能够追起来的。当然了，39分的差距在这个赛场上单局39分还并没有，在这个赛季至少没有先例。这个赛季单场的记录是38分，是，他们是一路正常推着打，就是那支 TMG， 是，但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究竟 ELG 会做怎样的抉择？而且 4M 也不是任你宰割的羔羊啊！你说你要来正面打我，我能让你打得过吗？事实上来看 ，4M 它真正的强大之处不在于正面城区作战的强大，而是在于他运营转点，包括说中期团战配合上，像一部无懈可击的机器一样，每个人精诚团结去合作，推下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是的，如果说落地钢枪，从正面实力上来看的话，我觉得 ELG 真的是有话语权的，特别是现在大将军的手感如此之火热。哦，说了这么多，你的意思是想让 ELG 接下来去找一个点位？如果 ELG 真的要去求生存的话，这是唯一的机会，但事实上身后追赶他们的第三名第四名的这些战队也是非常有欲望，这个时候如果露出马脚的话，自己的门票也将会画上一个问号。你要知道，我们所有在 PL 赛场上面拼搏的选手，他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冠军。而摆在眼前 ELG 是有这样的机会的。39分，虽然说我们这个赛季没有人能够达成，但是这样的机会不去尝试一下，又怎能够创造奇迹呢？是的，那当然了，刚才的那场比赛当中 RNG 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是的，文中城市，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的精彩发挥。一对石头土 ，Secret 怎么被 Velabana 绑住？底边有吗？有，先把你们底边都拔了。左手死了，死了，死了，底边死了。还有烟霸毒吗？右边有个天霸毒狼。我上手可以，再打一个。现在好像我可以来扶了。把重点被拉出去了，走吧，走吧，你摸我，别别别，妈，到双号，到双号，等会儿，倒了，打了 ，OK， 别急，等一会儿，小心 4M 就上来，我开车勾，速战，两个人一起去，OK， 看你牛逼牛逼。
兄弟们看我位置，别打不要，打趴着了。后面没有哪一个全发了，是不是有伏击了？有雷吗？打一个，今天倒一个。OK， 我打一下，我打一下，我会打的。切，我来架，没关灯，架死他，架死他，我打一下，我打一下。京东要独倒一个，死完了，死完了，京东死完了，最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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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哪里？在这里，车子的车子，一打一打一打 ，nice，nice，nice。这场比赛的 OPPO Ace MVP 给到了 RNG 的西西恒，上个赛季的最佳新人，这个赛季也是凭借他的高光发挥，还有自己队友的一个精诚团结，帮助了 RNG 挺进了最后的决赛。这场比赛 RNG 拿下胜利，绝对是对于他们实力的一种证明。他们从第一个安全区就进入到了正中心，一路的往南边推，而且每一波战斗他们也是能够成功拿下了。这样的一局胜利对于他们下一场比赛去争夺第三名是有帮助的。这是我们在这个赛季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上榜情况吗？没错，一家人整整齐齐，智能随你心，开到想不到，智能续航都爆表的智能汽车头号实力派威马 EX5Z， 邀您来看本局比赛威马汽车伤害量的一个记录。是的，事实上来讲的话， RNG 目前的积分状况也并不是很乐观，但是在最后在我们的威马汽车伤害量榜上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成就，整个赛季第一次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来到前四名，也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了，第五名的 Powerboy， 没错，此时此刻他一个人站在这里，也是在向我们诉说着 NVXQF 昔日的荣光。我觉得正如他自己所言吧，在任何一个时刻他追逐的都是头名，甭管现在差距有多少，他依然在赛场上付出他的全部，他就是为了这款游戏，为了去争夺第一名而生的。当然了，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事实上我是一个老网络抑郁者了。从机会上来看的话，我觉得39分奇迹发生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奇迹为什么叫做奇迹？就是它没有那么容易发生，但是有这样的一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你愿意去尝试吗？那究竟谁能称王呢？最后的一场比赛，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为什么总是在追赶自己？只是为了跟曾经的他在顶峰相遇。他们说你只是喧赫一时，我却说我是野草，燃烧不尽。哪有什么常胜将军，没经过千锤百炼，哪来的一战胜利？被当作背景板有什么好怕的？被否定被质疑算什么打击？当光环褪去，你还剩下些什么？别废话，用实力碾碎质疑。有人说这就是我的终点，这一次请听我说，不想努力打仗，那就接受新的挑战。我知道来者不善，没有人喜欢重在参与，那就来场硬碰硬吧。别回头看，这是真正的战场。所有人都知道暴风雨
将至。想要从容应对快节奏生活，秒懂你。威马 EX5Z 一体式车家互联，车内语音控制家电，高效生活不焦虑。威马 EX5Z 秒懂你，零焦虑。威马智能汽车头号实力派。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是徐涛，我是 TJ 大梅，欢迎大家在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PEL 官方合作播出平台企鹅电竞、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快手、腾讯视频、腾讯体育、腾讯微视收看精彩赛事内容。电视观众还可以通过圣剑网络观看比赛，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 PEL， 参与人气票选，为您喜欢的战队及选手投票，赢取选手签名照、游戏助力金。是的，和平精英首届城市赛和高校赛已经开始了，百万现金的奖金池，丰富奖励等待着大家，快前往游戏内的活动中心报名吧。迪瑞克斯电竞仪椅子坐得稳，枪枪压得准，下载和平营业 APP 观看 PEL 直播，关注俱乐部和选手动态，赢取惊喜好礼。和平精英游戏客户端战队应援功能已经开启了，客户端内点击右下方小电视按钮，精彩比赛直播同步观看，为你喜爱的战队及选手助威打 call， 领取属于自己的专属勋章，让你在游戏内成为全场焦点。此时此刻，全场的焦点，我相信在我身后的这些观众的口中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当然了，在他们身后苦苦追逐的那些人，那些富有着野心的人，此时此刻也不会轻言放弃。全场的焦点就在我们身后，同时我们现场的观众也一直在为他们呐喊助威。在刚刚休息的一段时间，我们现场纳威助喊的观众朋友们，助喊纳威啊，没有停过一下，一直都在给自己的战队加油鼓劲，甭管是有机会争夺第一名，还是没有机会进到前三，都在努力的为自己支持的选手加油。那此时此刻你支持的又是谁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关注电子竞技或者是体育竞技，所向往的都是最强的那个人，没错，最强的那支队伍。但事实上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能够比赛当中看到很多很多具有自己独特的打法、具有自己独特魅力的选手们。是的，所以说比赛不只有胜负，但是依旧精彩。让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0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总决赛最后一场的比赛。本场比赛是由阿梅曲涛为您带来的现场解说评述。各位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去关注我们的线上主场。升级后的现场主场不仅为你揭秘战队队内语音、直击选手精彩操作，更有独家内容大放送。今天的三支线上主场战队分别是 FMELG 还有刚才吃鸡的 RNG。 这场比赛一出，航线一出，现场的观众也是一片哗然。是的，你刚才说到的那种情况，说 ELG 如果舍去研究所前往机港上升去找 FM， 这是在航线允许的情况之下，但是一旦出现这样的航线，天地之大，何处去寻 4M？ 现在这场比赛 4M 选择的跳点 ，ELG 已经没有任何的想法了。看到这个航线，基本上没有机会去追了。是的，那这样的话，最后一场比赛，悬念应该是，如果刚才悬念是 2% 的话，现在就回落到 1%。我十分的想看看我们的 AI 系统此时此刻是如何预测的。
这一整个赛季 AI 带给了我们很多整蛊的预测，但是它是非常客观的，因为 AI 只会看过去，但是此时此刻所有的观众都会看将来，看一下这个圈形，安全区的正中央，这样的一个圈形对于跳点也是正中央的 ELG 来说，他想要拿分就只有开着车到处乱窜，这样的一个找人的动作肯定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对手，因为 4-1 跳在了山顶废墟。要知道此时此刻谁又甘愿当背景板呢？看一看他周围的这几个邻居，哪一个又不是满满的昔日荣光，哪一个又不是此时此刻想要去争夺前三。就像宣传片里说的一样，没有人想当参与者，没有人喜欢重在参与，都想正面去搏一搏，那就去正面碰一碰。这样一个圈形对于 ELG 来说，想要拿分只能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而对于 4M 来说，他只需要照自己打法，照自己整个一个赛季的常规打法，应该是能够拿下这个赛季的最终胜利的。我们来看一下决赛阶段的淘汰榜，在 4M 的队伍当中，每一个选手都偶有高光的发挥，但是真正的大腿有且恒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像素。以前我们说像素是队内的指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像素已经是整个团队的领导者了。在这个赛季的总决赛，像素扛着自己的队员，带着自己的队员一起变好，在各种艰难的情况下也取得了胜利。当然了，在 4M 身后紧紧跟随的明皇，紧紧跟随的北斋，紧紧跟随的 Z9 和大将军，在淘汰榜上也不落下风，只是在关键时刻可能就差那么一哆嗦。如果说这一整个赛季 4M 和 ELG 这两支队伍的过程都可以谱写成一首诗的话，那 4M 这首诗在主体部分可能充满了波折，并不完美，但这个句号很可能是完美的。而对于 ELG 来说，这整个赛季如果抛去今天这场比赛，抛去今天一整天的比赛，也许 ELG 整个赛季都是完美的，但很可惜最后需要奇迹来发生。目前来了 ELG 来到了 DKG 的身旁， ELG 这是他们这一个赛季第一次把他们的触手伸向而成，远亲不如近邻。此时此刻 DKG 虽然说位列最后一位，但还是你刚才的那句话，谁又甘心会当背景板呢？而且 DKG 虽然说他们在常规赛每一次都表现得很好，但来到决赛以后似乎少点运气。不过呢，在上个赛季的决赛当中，他带来的焦点、带来的话题、带来的血性也历历在目。我为什么会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就大胆的猜测 ELG 会选择更主动的打法？他们在这个赛季的周冠军的某一天积分第一的情况下，马上就开始了第一波团战。当时他们是直接被灭掉了，还记得吗？当时也是我和你姐说的。当时我说 ELG 这个操作是绝对值得尊敬的，也引领了一阵风潮。现在出拳法打常规操作，看看这个之外没有发现之前和睦的邻居为何此时突然发难，因为他们需要分数啊。之外已经倒了， DKG 其他的队员离R城还有一定的距离。现在对于 DKG 来说，我究竟是选择回城开打呢，还是选择继续稳固发育呢？我觉得对于 DKG 来讲的话，就跟我前几天的一个概念是一样的，此时此刻他们的位置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那既然不愿意当背景板，不如此时此刻集结一波，看看咱们来碰一碰这个赛季的最后时刻了。 DKG 目前排在第15名93分，确实是已经没有再下滑的空间了，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回身反打的话，对于 ELG 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会。当然了，刚才可以看到啊，其实 DKG 在南侧还有 ACT 这样一个威胁存在，他们并不敢轻举妄动。而 ACT 的直接竞争对手佟家宝这场比赛也是依靠着航线来到了天霸的 S 城。没错，星赫一个人占领了整个安全区的东北边。这场比赛对于 4M 的任务来讲非常的简单，只要不失误，那冠军就稳稳地抱在怀中。4M 在这场比赛选择的这个跳点也是很有意思，是整个海岛地图的最高点。是的，象征着他们这一个赛季拿到最终总冠军，站上巅峰一样，和最终的目的地。不过此时此刻根据 TC 定律，因为 TC 之前跳了军事基地嘛，这个时候再转移过来跟上局比赛一样，前方的路也是一片黑暗，不知道如何去走。 NXQF 选择了马上转移，
即使他们现在位列第九144分，看上去争夺前三有困难，但还是认真的打好每一次的比赛，做好每一个决策。是的，目前在所有的战队的点位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一起浪目前处于173分排在第四名，现在啊和佟家宝只差一分，但是奖金的数额却相差10万。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ELG 虽然说最后一场比赛没有吃下鸡，但是他们也有过将近20淘汰的高光发挥。没错，如果这场比赛他们能够复刻一下并且吃下鸡的话才有可能，而且这是建立在 4M 犯错的情况之下。是的，这种几率上来讲的话，因为没有落地挑战 4M 的机会了，所以说他们只能把所有的压力扛在自己的肩上。随着安全区越刷越小， ELG 想要弥补这样的一个分数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小，当周边战队的人数太多的话，他们根本迈不开手脚。而且阶段一到阶段二还有1分38秒，到阶段三的时候就没有双倍淘汰了，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追分的机会。我们除了看一二名的争夺，一定不要忘了第三名。目前看到排在第九的 NVXQF 144分，距离第三名的佟家宝差30分之多。对于他们，如果想要晋级到前三，也只能去找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也要从前从这个开头一直推到最后。其实他们也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了，只是自己的对手根本没有犯错，包括刚才 RNG 的那一次吃鸡以后呢，继续稳固了自己的位置。如果 RNG 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状态来看的话，还是有一搏之力的。只是佟家宝和一起浪今天啊，确实也是延续了手感，特别是佟家宝在一整个赛季当中呢，包括上个赛季佟家宝刚刚步入 PEL 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弱队，这是一个任人宰割的队伍。不只是大家觉得，他们自己甚至都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嘲讽自己，开始调侃自己。但是我觉得正是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放轻松打，认清自己的位置，慢慢的一点一点去追逐别人。其实佟家宝的这个操作啊，代表着我们联盟很大一部分的队伍。在中期如果说受到的波折啊，这个面对的困难太大的话，他们就是会怀疑自己。但是作为职业选手，相信自己绝对是首要的一个条件。他们总是默默努力，然后惊艳众人。大将军他一直以来也是这样的，我们都说诟病大将军在这个 team 当中他是一个正面作战的弱点，或者说是一个突破口，但是他完美的改掉了自己的这个毛病或者是弱点。他们正在往前走，他们应该是看到了秦九的人了。是的，而秦九战队目前但是圈型已经刷新了。不过呢，虽然说 ELG 竞选顺位比 4M 更高，但是 4M 人群当中路过一只当作无事发生的 4M， 此时此刻 ELG 需要突破眼前的这一次劫难。秦九战队从昨天开始就不是好惹的了，他们绝对是有架必打的。目前这场比赛分了，而且此时此刻才是阶段二，还没有开始缩圈，所以说留给 ELG 的时间也是足够的。秦九看看会跟 DKG， 哦，他跟 DKG 选择不一样的举动。 YZD 开着车来到了正面，大将军就在烟雾之后，一步之遥，一烟之隔，大将军选择了回撤。 YZD 不断的进行扫射，但是这个烟雾弹因为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说透不出来，大将军被秒掉了，秒掉。第九在后点没有办法前去营救，现在注意一下右上角 ELG 的阵型铺得非常的开，在桥头还有秦九的另外一名选手明斯格尔完全被架住了。但是这样分散的阵型也很容易出现弱点，出现突破口。明皇，哇，三方有这样的一个残血，没有被对方抓住机会，但是明皇没法动啊。是啊，而 D9 这边同样也是无法迈开脚步，这样的一片平原已经在我们今天三场海岛地图出现过太多次了，没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划分两头，第三名的有力争夺者 ACT 目前的话两个有生力量，明皇倒了， ELG 一瞬之间只剩两人，这样的一个信息同样会被 4M 捕捉到。对于 4M 来说现在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求稳。球本是两个字，甭管几个字了。现在来看的话 ，ELG 已经到了一种危难的边缘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 D9 找到了为数不多的一个掩体，而秦九已经展开了他们的包围之势。是的，这样的直接竞争，这样的最后一搏，也是让我们感慨啊，没有人永远会荣光加身。
也没有人永远会成为完美的人生赢家。事业、爱情、金钱、荣光，有的时候你总是有缺憾，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正因为有缺憾才充满了故事性。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ELG来说还没有到缺憾的地步，也不够遗憾，因为他们还有有生力量。这边北斋已经选择了一个撤离的主战区，但是 YDD 早早的就定位到了北斋，这一波正面对抗对于 ELG 来说非常的关键。 YDD 五指教父一整个赛季没有挺住啊，这个赛季来讲 YDD 偶有高光，但是没有延续他的一个高水平的发挥。是的，那随着第九的倒地，目前积分第二名的 ELG 只剩下北斋了。北斋这个男人在这个赛季还是我们常规赛 MVP 的有力争夺者，同样也是淘汰王的有力争夺者。Sunflower You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就跟上个赛季的天霸一样，这一届的冠军应该是由秦九来决定的。 4M 此时此刻回到了他们最开始的原点，当然了，竹圈人的属性就是没有变的。当他们在这个位置汇合的时候，安全区接着往南边刷，这样的一个安全区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没有优势，但是劣势啊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大。目前我们看到星赫已经早早的来到了龙脊山的西南角，而 RNG 肯定是会选择迅速的往圈内进，这样一来 4M 就有一个进圈的角度和机会。当然了，我们回到比赛客观上来讲的话， RNG 是有先天的进圈优势和进圈顺位的。嗯，如果说在原地盘桓的话，在这条一望无野的原野之上，如果 4M 要强行过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四面八方的枪线带走一到两个人。是的，关键现在我觉得对于 4M 来说，就看一下 RNG 是如何选择点位了。相信 4M 的几个小伙子此时此刻应该是紧紧的盯着画面的左边，盯着 ELG 还会不会有新的消息给到他们。嗯，对于你来说是小伙子，但是对于场上的其他选手 4M 那就是大哥哥了，那就是场上的老将了。是的，他们的人员构成相信也不用我们赘述了，一直没有变过。两年的磨合啊，又是到了追逐总冠军的最后一刻，但是他们依然还是保持着一个标准的操作，四个人四台车，按部就班。不过呢，刚才我们也是没有能够捕捉到第六名的 ACT 在竞争前三的道路上率先掉了队，没有给到他们更多的机会。这个赛季 ACT 应该是不能够再比第六名更高了，名次大概就定格到了这之后。是的， 4M 绕了一大圈，来到了 RNG 的头上，还是可以接着朝这样的一个山头啊，朝着东方继续行进。他们进圈的路线选择的非常老练，如果真的是从麦田上走的话，那北边的佟家堡，南边的 RNG 都会对他们形成夹攻之势。北斋此时此刻在圈外，因为他们的跳点位置中部研究所再加上光玉楼的位置，物资上应该是不太充足的。现在虽然说只是阶段三，但是再有57秒钟合圈之后，北斋应该就扛不住这个信号接收区的伤害了，再加上没有任何的载具。而另外一边的 4M 已经成功的来到了安全区的内部。是的，回首几个赛季，最后的冠军最后都定格到250分以下。没错，而且2020年 SE-S2 赛季的最终冠军的归属也是留到了最后两场比赛。那如果 4M 夺冠的话，是否可以称之为碾压性夺冠呢？这样的一个分差那绝对是没问题的。是的，但是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北斋虽然说还没有进入到圈内，但是他依然还活着。没错，让我们把舞台还是要聚焦到 ELG 北斋的身上。这样的一个男人和他的队友在向着强敌追逐的过程当中，哟呵，没有放弃，他上船了。是的，但是这个船你往哪儿开呢？北斋，这个船接着往西边行进的话，会来到废墟，从废墟这个位置一路往前走，那遇到的就会是天霸。是的，手机状态在慢慢的越来越少，这个应该不够了，应该不够了，一颗止疼药。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北斋的这艘船去到北斋最终的目的地，也去到 ELG 这个赛季的终点，去到水城了。从水城上岸时间确实不够。与此同时呢，在北斋遇到麻烦的时候，星赫也和阿灿捉对厮杀。此时此刻总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
北斋已经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了。是的，北斋最后开着他的船来到了岸上，随着 ELG 变成盒子，那这样我们 S3 赛季的冠军悬念也被揭开。是的，我们刚才看到了北斋，现在再看看大将军，再看看旁边的明皇，再看看旁边的 Z9，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失望。但是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钟再往前播上两三天的日子，结局会有不同吗？我觉得不管怎样去演算 ELG 这个赛季它是成功的，但是不够完美。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把命运交给上天，让 ELG 看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当然了， ELG 的离开也给了一起浪、佟家宝、 RNG 这样战队一些机会，看看他们接下来又会怎样面对追分之旅。 ELG 和佟家宝加上 RNG 想要追逐 ELG， 可我们开场说第二名追逐第一名的分差同样的大，同样也是一个奇迹。目前场上13支战队，46名选手生存，想要从第二到从第三到第二，这个难度理论上也是 0.1 的理论。先看看这边吧，250分， 4AM 在圈内。这场比赛他们选择了整个地图的东北边，也是这张地图的最高点。目前的积分他们也是所有战队当中的第一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 TC 战队来到了第14的位置，但此时此刻如果说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冠军头顶上摘下一两颗宝珠的话，也不失为 TC 战队的高光发挥。像素开车了，像素带着队友啊，在安全区刷新之前，这是要往前冲了吗？碾压夺冠的战队还要继续扩大自己的分差吗？他们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这波战斗已与他们的冠军归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就是看接下来怎么去表演。可能这个时候很多弹幕会说，哎呀 4AM 已经稳稳夺冠 了，他们下班了，他们快乐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选手们绝对不是这么想的，还是要严谨的面对每一场比赛，每一波战斗。他们的站位没有问题，三个人往前顶，一个人后点架枪，但是 TC 这边奈德和雕哥已经不好了，防守阵型啊，看这个防守阵型，我觉得在没有掩体加持之下的话还是非常有危险的。对于 TC 来说，他们几乎不需要交流，看到人就打，而对于 4AM 来说，他们不知道任何一个敌人的位置。安全区刷在自己的头上，这一波打完应该是轻松夺冠，几乎不用怎么动。但是这一波如果没拿下的话也是轻松夺冠，不论胜负。这边奈德按耐不住，率先发难，星河直接被放倒，像素在后点往回撤一下，同时 TC 从刚刚的防守变成了进攻。但是你一进攻你就丢失了你提前布下的防守阵型的优势，攻守互换的同时的话，双方也是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人头。金鹤急速的向后爬，这个时候呢可以把战场交给队友，相信一下自己队友。不过阿灿这里可以拉，雕哥和火将只要完成自己架枪的动作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弹枪。金鹤爬了回去，同样也可以拉。不过在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JDE 敢不敢登这座山呢？目前看起来 JDE 还是在原地的徘徊啊，因为总体上来讲这个圈它这个山啊它不在圈里。是的，拿下来的意义不大。但是内置战队他就不是这么想的，一起浪战队是急需分数的。一起浪来了，已经来到 TC 的身后了， TC 要被包夹了。一起浪这打的 TC 不仅是拿下山头拿到好位置，而且是拿到分数啊，这当真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格子出枪秒掉阿灿，这个山头还得往上走，火将一瞬间被夹击了。三三也带着自己的队员从这个方向往前冲，正面对枪雕哥没打过，三三无伤带走雕哥。 TC 面对两方的压力实在是难以继续向前了。还有人活着，我们看一下，哦，一起浪正面面对 4OM， 又是一波正面的对枪，好像是一个一换一。
像素是直接倒地了，而格子也是变成了红血的状态。在中间的火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这样的话一起浪和 4M 居然战作一团，经典就在右边没有感受到杀气。这个时候火将的机会来了，独狼打人就是一梭子，难道一起浪这波决策让自己和第三名说拜拜吗？还没有打完，还没有打完，情况不太清楚。星鹤猛男强出手带走了程 C， 这边三三吃一颗闪，一起浪的位置完全被压制了。小小剑满血开始往前推，不对了不对了，这个时候去惹冠军战队，金敏还在，金敏一瞬间被消灭，一起浪的分数定格了，那佟家宝的机会他来了。一起浪177分，这个消息佟家宝你捕获到了吗？佟家宝看到了，只是他们面前啊真的是一座攻坚战很难攻下来的防区，而且圈形上总体来讲刚刚好把他们刷了出来。第三名第四名10万的奖金差别。嗯，佟家宝这个时候还在圈边，和刚刚在山头作战的几支战队非常相似，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正面实力啊，没有人会帮你了。不光是奖金上的差距啊，第三名是能够登台，对不对？最后合影留念。是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感觉啊，特别是对于佟家宝在我们联赛前期一直怀疑自己的战队。哇 4M 最后一场比赛在解放了自我，解放了成绩上的压力之后呢，已经拿下了8个淘汰了。他们已经拿到8个淘汰了，我相信这场比赛 ELG 如果说没有这么强的压力，他们也许能够发挥得更好，但是这就是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4M 和 ELG 这两支战队都有机会能够创造奇迹，能够拿出自己100%的实力。这样夸张的分数差距让 4AM 没有了夺冠的压力，反而激发出了他们的完全状态。 4AM 在灭掉第三名又要来找第四名的麻烦了吗？佟家宝四个人都只有一个人在圈内，墨竹的这个位置还没有办法限制 4AM 什么太多的步伐。随着阶段六的慢慢刷小， 4AM终究还是会跟北边的战队要打上一场的。再有30秒钟的时间就要完全缩圈了，但是 4M 虽然打得很猛啊，但这个位置已经没有继续向前的空间了。这小小剑已经拿起 98K 了、拿起这把胜利之枪了。当小小剑拿起 98K 的时候，也许就说明 4M 已经胜券在握了。当然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需要过多的赘述。现在的问题就是佟家宝能不能够超越一起浪，那得看一下这个安全区怎么刷了。基本上应该是加上排名分，这局佟家宝应该要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们身后还有 RNG， 还需要继续拿分。对， RNG 还在，现在排在第8，如果说这个时候被淘汰，佟家宝也是能够超越一起浪的。对，但是 RNG 肯定不会答应啊，毕竟 RNG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虽然说比较龟缩，但是至少在圈里是有一席之地的。曼寒，这是一个一换一，墨竹那边打倒了三三，但三三这个位置很难拉呀，在敌方的枪线之下，啊，墨竹这几乎什么都看不，三三应该是趴了回去。刚刚说这个位置可能没有办法限制 4M， 但是却可以直接带走 4M 一个人。凭着这颗石头以及烟墙啊，佟家宝是成功的进了圈，但是下一步又怎么办呢？这只是阶段六，阶段七马上就要来了。另外一边 RNG 朝着天霸开火。AG Fox 也和 TMG 打了起来，现在争夺第三名的悬念应该只有第四和第五，天霸差的分数稍微有一些多， RNG 开着车要来围剿天霸了。 RNG 主动的拿分，这样的淘汰信息似乎是在向佟家宝示威。拿到这个位置之后，安全区还往这边刷， RNG 站着最后决赛圈。哎，小凯一颗手雷，没关系，不要慌啊，炸倒了人没了嘛，我还可以扶起来。之后佟家宝又倒了，因为 NXQF 的堡垒实在是太过坚固了，赶着 4M 只能来打佟家宝。佟家宝现在的压力比 RNG 要高上10个度。看看像素，没有掩体啊，一棵树被打掉之后， 4M 只剩下小小剑了，这手里的是一把24发备弹的 SCAR， 而且他的 98K 其实备弹也并不多。小小剑虽然说此时此刻显得有些紧张，但是微微翘起的嘴角应该已经知道自己就是 H3 赛季的冠军了。刚刚在他们进攻北边佟家宝的时候，我非常想知道 4M 全员的表情，现在看到了，跟我们所想的确实是一样。佟家宝向着第三的位置去进发，来到了 Power Boy 的楼下。这场比赛
NXQF 站到了最后，看看他们能不能防守下来。佟家宝来到第三名的位置，但是身后的 RNG 170分满编的状况清理掉了周围的邻居天霸。最关键的是邻居 NVXQF 还存在。是的，正像我们赛前说的一样， NVXQF 永远都想要争夺冠军。最后一场比赛 NVXQF 看样子是要拿定了，四个人满编踩在了 RNG 同样满编的防区隔壁，而且这个隔壁啊，从和平精英最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不太能够一起做邻居的好位置。事实上来讲的话，很难有分享的情况出现。但是随着周边的战队越来这个人数越来越少，倒的越来越多，最终啊很有可能就是两个站着防区的战队正面 1v1 的 battle。 舒展这边有点贪枪，身位拉得过大了，可以回到仓库里边，但是小智这一侧啊必须要看好 NXQF 有没有这个清邻居的心啊。对于 AGFOX 来说无路可走，只能从这个大厂房的这条线直接正面来碰撞 RNG， 因为另外一个方向有 Paraboy 的 SLR 不断的在进行输出。当然了，这个镜头看向九九，感慨一句啊，九九昨天晚上五点多还在打点滴，此时此刻带病上阵，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他们的步子还要接着往下迈，安全区刷到 RNG 的大厂房，同时 NVXQF 也是四人在圈 King。这烽烟是想要抓住机会处理一下 RNG 吗？还不到时候，因为小小剑虽然只有一人之力，但毕竟携带冠军光环，而且这个时候189K 如果在身后完成了击倒的话，对于 NXGF 的进攻节奏以及转移节奏来讲的话，将会是一个致命打击。是的，随着安全区的缩小，我们的冠军 4OM 小小剑步伐也是迈得飞快啊，从一个石头来到了另外一个石头，也是越来越逼近 NVXQF。 帅狗二倒了，又是一颗手雷，星辰也倒了， RNG 面对和佟家宝的直接竞争，此时此刻遇到了巨大的麻烦，剩下两人守着大仓、哦、NVXQF 开始夹击了。 NVXQF 要做这个决赛圈里面的化石人，小智也倒了，李拿下这个大厂房，只剩下七七行，一打二秒吗？没有， Paraboy 还是他，最终还是拿下了178分，三分之差，错失了上台的机会，也错失掉了几十万的奖金啊。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冠军 4M 小小剑依然奋力的往这个房间冲。 NVXClub 知道这个房间内有小小剑吗？本场比赛 Paraboy 也是拿下了六个淘汰，居米的大背身留给了小小剑，但是居民明显知道这边是有小小剑，有着冠军的气息，捉对厮杀的情况之下，究竟鹿死谁手？此时此刻是 NVXQF 诉说昔日荣光的秀场，也是小小剑这个冠军的秀场。小小剑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想要找到，他找到一台车，他往中间，他爬到一个没有人的房间，极限漂移，极限锁血，又是一颗手雷， Paraboy 在向着自己第七个淘汰在进发。现在 AGFOX 被淘汰了，没有想到最后是双雄的对决， NVXQF 直接倾巢而出，灭掉了 4AM。 这个赛季最终的冠军是 4AM， 这个赛季最后的一只鸡属于 NVXQF。 也许在决赛当中我们在感叹 NVXQF 王朝的落幕，但是最后的一次发挥也在向我们说着双雄的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让我们恭喜，恭喜谁呢？恭喜冠军 4AM。 看着他的对手，看着脸上其他每一支队伍的脸上充满着失落的表情，这个舞台是残酷的，永远只有四个人是笑着离场的。但是同样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电子竞技也许只有胜负，但是生活却是多姿多彩的，而且每一支队伍的征途远没有结束。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积分情况，
第六名 NVXQF 凭借着最后一场比赛29分的一个分数来到了第六名，他们在最后时刻依然没有放弃。ACT 错失了争夺前三的机会 ，STE 今天派大星的发挥可圈可点，99带病上阵，当然 AG Fox Black 也是打出了血性。天霸战队在七七上场之后也是非常的亮眼，后面的每一支战队都是好样的。当然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榜首是谁呢？看直播的打在弹幕上，现场的可以大声喊出来，冠军就是 4AM 碾压夺冠 4AM。当然 ELG 也挺到了最后，只是这个赛季过程圆满，但句号并不圆满。佟家宝最后虽然惊险也是挺入前三， RNG 上个赛季屈居亚军，但这个赛季险些没进决赛的情况之下，在决赛证明了自己。一起浪百万浪浪百万战队在第一天当中制霸全场也是历历在目。当我们宣布这个赛季奖金如此恐怖的同时，也知道这个赛季会是腥风血雨的一个赛季，也预料到了在决赛当中会有一支战队站出来向着世人诉说他高不可攀的统治力。但是故事还没有到终章，现在来看的话 4AM 和 ELG 这两支战队将会代表我们 PEL 征战 PEC。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这两支战队能够在确定的情况之下去 PEC 的舞台上去展现我们 PEL 的实力。在我们回首这整个赛季的过程当中，每一支队伍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但是站到最后的这个冠军却在比赛的中期一直饱受质疑。他的老对手 NVXQF 同样也是一样，对他们的质疑在首个赛季夺得冠军之后，他们这一次又重新回归。这一次不只是新王的加冕，更是旧王的回归，放肆一搏终成王，让我们恭喜 4AM。千头万路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今。再次恭喜 4AM 战队夺得了2020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的总冠军。来，有请。这一年我们经历过低谷，但是在最终这一刻捧起了金杯，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此时此刻很开心，非常开心，只有开心可以形容此时此刻的一个氛围了。对，开心包含的太多了。好，谢谢小小健。当然我们也问一下三三啊，今天在我们的赛场上队员们打的是热血沸腾，同时在场下包括我们线上也有很多的粉丝与我们的战队一直心连心，有什么话想对粉丝们说的吗？首先感谢大家，然后感谢来线下观赛还有在荧幕前一直守护的朋友，然后感谢我的队友，然后感谢 4AM， 谢谢大家。谢谢三三。交给像素在这个赛季的表现可谓说是非常的亮眼，经过了一个赛季，有什么话想对队友们说的吗？感谢他们。谢谢，还是谢谢是吗？来，星赫，整个 S3 赛季我们的征程一共是五周的一个时间，五周的时间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有什么事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又站在了巅峰。据之前我们赛前采访说这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在今天过后我们可以终于好好休息一下了。来，清晨也是年纪非常轻的一名选手，来到了我们 TEL 的舞台，有什么感受吗？见证了他们的成长还有巅峰，以及你的成长，我们也都见证了你的成长。谢谢清晨。来，交给我们的肯尼教练。肯尼教练在这个赛季也是新加入到 4AM 的大家庭，碰上这么一群可爱的队员们，在赛季之末拿到，因为我刚来嘛，所以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懂的，我反而要去问队员，但是我们就这样互帮互助走到现在，我觉得很不容易。
也离不开所有 4M 大家庭人员的共同努力。再一次祝贺 4M 取得 S3 赛季的总冠军，恭喜你们。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2020辟谣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的亚军和季军的获得者，他们分别是 ELG 战队以及童家宝战队，有请。有请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凡先生为童家宝战队颁奖，同时我们也有请童家宝战队移步到舞台中心。同时也要感谢王凡先生，请您入席观礼。接下来有请英雄体育 VSBN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辟谣联盟联席主席滕林济先生为 ELG 战队颁奖，同时我们也有请 ELG 战队移步到舞台的中心。同时要感谢滕林济先生，请您移步到台下继续观礼。最后有请2020辟谣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的总冠军 4AM 战队上前，同时也要有请腾讯互娱市场总监辟谣联盟联席主席廖侃先生为 4AM 战队颁发冠军奖金牌。三支战队，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公布的是2020辟谣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个人荣誉奖项。首先揭晓的是赛季最佳新秀，有请2020辟谣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最佳新秀，来自童家宝战队的维森。同时有请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程新春先生为本赛季最佳新秀维森颁奖。以绝佳表演艳冠群雄，后起之秀成前人之志，奋起直追。维森作为联赛的后辈，毫不怯场，勇于冲锋，以2.9的场均贡献分荣膺2020辟谣和平精英职业联赛赛季最佳新秀。谢谢程新春先生在台上稍作等待，为接下来的个人荣誉颁奖。同时我们也请维森归队。是赛季得分王奖项，有请2020辟谣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得分王，来自一起浪战队的程 C。同时有请程新春先生问本赛季的得分王陈 C 颁奖。
决定战场走向。勇士勇于正面出击，场均淘汰分 1.6， 场均伤害338，赛季得分王陈飞实至名归。谢谢，请程新春先生在台上继续稍作等待，同时也请程 C 移步到舞台的左侧。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OPPO Ace 赛季 MVP 奖，有请2020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赛季 OPPO Ace 赛季 MVP 得主，他就是来自一起浪战队的程 C。有请程新春先生为 S3 赛季 OPPO Ace 赛季 MVP 程 C 颁奖。数据突出，伤害程 C 以 1.6 场均淘汰， 1.5 场均击倒， 338 场均伤害， 36.6% 暴击率，笑傲 PL， 凶猛之姿势不可挡。再次恭喜程 C， 同时也请程新春先生移步到台下继续观礼，同时请程 C 归位。苦练得来降龙胆，铁骑雄兵笑疯癫，他们是初生牛犊，是中流砥柱，更是辟谣和平精英职业联赛的架海精良。 S1 百军争雄，想以日月开青天， S2 赛季更迭，金安宝剑御长安，S3 群雄争霸，少年志气吞山河。感谢他们在这一年里呈现的精彩画面，让我们共同回顾。经过四周常规赛、一周总决赛的争夺，2020 PEC 和平精英国际冠军杯的门票也已经尘埃落定。让我们恭喜 S3 赛季冠军 4AM、 S3 赛季亚军 ELG。 2020 PEC 和平精英国际冠军杯是汇聚世界和平精英顶级战队的国际性赛事，这一次 4AM 和 ELG 将带PEC 这样的国际大舞台，我相信两支战队有很多的目标和期许。那么首先我先来问问 4AM，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上一次的 PEC 的舞台上，其实我们有一点点遗憾，与冠军失之交臂。那么这一次机会再次来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吗？要不要肯尼教练作为代表？说句实话，就之前从2018年年初到现在，我个人来说，很多有很多遗憾到现在。
我想这次把所有的遗产拿回来，带着队员。好，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把所有的遗憾都弥补回来的这一个场面。那当然 ，ELG 作为第一次加入到我们 PEC 国际舞台的一支战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把自己的实力先发挥出来吧。然后电子竞技肯定只有冠军，然后我们会冲向冠军吧。我相信两支战队代表我们 PEC 的赛区，都是带着共同的期许来到 PEC 的舞台上，那么也期待你们在之后国际赛场上的精彩表现。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合作伙伴2020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官方赛事用机 OPPO Ace25G 超级玩家，无需设限，65瓦超级闪充加40瓦无线闪充，有线无线都很 Ace。90赫兹电竞屏刷新王牌实力，智能续航都爆表的智能汽车头号实力派威马 EX5Z， 智能随你心，开到想不到，不由界定，百战成名。各位特种兵们 S3 赛季的